先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15人，以主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列席的官员哈。首先，我们介绍外交部政务次长侯青山侯正次，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培训考用处检任视察肖新维肖市长，全序部特审司司长陈少元，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立慧。好，那接着我介绍我们现在与会的委员哈，这个郭正亮郭委员。那其他委员待会会陆续到来哈。好，那今那今天的会议呢，是审查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那现在进行提案说明及报告。那请提案人段宜康委员说明。那段宜康委员不在哈，那我们现在就请外交部侯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大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就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以下简称本外领条例）第二条的修正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查。本人应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以下仅就本案背景及本部意见提出报告，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正。第一。经查，早年驻外大使均为政务职，当时啊之外领条例并未列有大使职务，且该条例仅适用于派驻邦交国之使领馆，不适用派驻非邦交国之代表处。为解决我派驻邦交国使领馆及无邦交国代表处办事处人员职称复杂且不一致的问题，且为彰显我驻外人员官方身份，本部前配合组织改造进程，于订定驻外机构组织通则时，简并驻外人员的职称，内部行政程序均使用统一正式外交官衔，并增列国际通用之派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的职称。第二，是为配合行政院新闻局人员移拨本部及驻外机构组织通则公布实施，本部在民国102年。提案修正外领条例有关外领人员的职称、任用及其他相关规定等条文，并在该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增列大使、常任代表及副常任代表等职称。另考量我驻外馆长的任用派免需配合驻在国国情及我国政策，以保持适度弹性，并避免未来调任国内其他部会专业人员担任驻外大使或国际组织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因不具外领人员任用资格，造成派任困难，原增列第二条第二项，其条文内容为：前述职务因业务需要调派具有拟任驻外机构所需之经历或领域专长人员担任时，得不受该条例第三条、第四条资格的限制。三。上市外领条例修正草案在102年9月16日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审查时，第二条第二项并未明定大使、常任代表及副常任代表不受外交领事人员任用资格限制的员额，不得超过其编制员额10%，为在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时，立法委员基于保障职业外交官升迁管道之考量，原决议增列比例限制，并于103年6月4日公布实施。二、比例限制的原额：一、外领条例施行细则第二条规定，所称编制原额10%，系以大使、常任代表及副常任代表职务之编制原额合计数10%计算。依据现行驻外机构编制表，前接
职务员额共计95人，常以10%计算，仅得派任9人，确实相当程度限缩总统用人的弹性。三，本部建议修正意见，有关段委员等基于之外人员能更务实、弹性派用等考量，提案拟将外领条例第2条第2项有关，但其员额不得超过其编制员额10%，以段文字删除。本部敬表尊重。为为兼顾总统用人弹性，并保障职业外交官升迁管道，本部建议将该段文字修正为：但其员额除特任大使及特任常任代表外，不得超过及其编制员额10%。以上敬请主席及各位委员指正，谢谢。好，现在啊、现在已经报告完毕哈，那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询答，每位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那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江启臣委员。好，谢谢主席，请我们侯次长。侯次长，请。上午好，哎，上午好。今天那个台日海洋事务对话开始嘛，是在东京嘛，是，对不对？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为什么拖那么久？因为这个是一个一拖再拖的会议耶。在520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冲之鸟的事件，政府就说我们会马上来召开，而且会给我们很满意的答案。结果拖到现在已经5个月了，好，5个月才生出一个这个对话会议出来，而且还也不知道说到底要谈什么具体的内容，都讲得很空泛的。所以次长，这一次的这个对话，你们预期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或者希望有什么样得到什么样具体的对我方有利的结果？是，包委员，这个会议啊要召开啊，本来就是双方要合议了哈，什么时候开，对，开什么讲谈什么议题，那这中间。但是如果是双方要合议，我同意。可是当初为什么那时候新政府刚上来信誓旦旦哦，说马上召开，你们部长啊李部长还对外说一定会给各位满意的答案。那表示当初就有合议嘛？报告这个当初是我们部里面的期望了哈。那当然，这个要合议还是国内、那这样是部长发言不当、国内很多机关哈，国内很多机关要协调。那当然有些机关他们的这个进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让我们觉得当初新政府的第一时间对外的这些发言跟对渔民的承诺，根本就是对大家在说谎，或者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暂时舒缓当时的一个大家不满的情绪，然后就随便丢出一句话说啊，我们赶快做，然后大家会有这个很让大家满意的一个期待的结果出来哈。那这就算了，到今天为止，经过了5个月的磋商，这个其实双边都有在磋商了。那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具体的了解说，到底这一次会议开完之后，有什么的可以让我们期待的？这个会议啊，我们现在设定了3个大主要的议题，第一个就是渔业合作哦，第二个就是海上急难救助，第三是这个海上科学研究了啊。那从第一个议题来讲，我们可以期待就是说，这个我们渔民啊，以后啊到这个海域去捕鱼啊，都会受到保障，都不会再有以前那些的困扰，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期待的。那当然第二个，所以你刚刚是讲说我们未来渔民去那边捕鱼不会受到困扰，这是可以期待的。会有这个固定机制、哦、那我请教一下次长，这个不受到困扰是因为日方默许让我们去捕鱼，还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公海我们可以去捕鱼？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依照昨天李部长的发言是说，
在冲之鸟礁的地位上面，我们尊重国际仲裁的结果 ，OK？ 但是问题，国际仲裁没有结果啊。好、哦，那我想请教的是，那我们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对不对？就是因为有不同的立场，才需要仲裁嘛。可是我们现在是讲说，啊、哦，我不知道我的立场，我就看未来的立场是怎么样，未来结果是怎么样。那这个会落入日本的陷阱啊。市长，你知道依据《海洋法公约》第62条啊、哦，经济海域是可以允许其他国家有条件进来捕鱼。今天如果台湾在不主张公海的情况底下到那边去捕鱼，我们落入了日方的圈套，等于我们默认了日方拥有这个经济海域权，然后让只是默许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去那边捕鱼。我可能暂时不会抓你，啊，我也不会登船去检查，我也不扣押你，但是实质上，我们等于承认了日方在冲之鸟礁的主权地位，啊，它的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哦，市长，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为什么上礼拜我也叫外交委员会提案，我要求外交部参与这一次谈判，你就是先把这个立场说清楚。我们认为那就是一个公海的领域了，就是一个公海的领域。国际仲裁未来怎么样，那是一回事。可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公海领域，所以在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上面，啊，我们认为日方的主张是无效的。在国际仲裁没有确认之前，这是一个公海的现状，不能被任何一方来决定的。这是台湾要去主张的立场。你知道谈判的筹码嘛？我们不能默认啊。现在如果说只是为了渔权去默认日方的主权，那你的损失可大了哦。市长，你同意吗？这个我尊重委员的看法哈。不过这个一次，海洋不是只有尊重啊，这是国家利益问题啊，这不是尊重我的看法问题啊。主要议题刚才我提到了哈，是渔业合作哦，海上急难救助跟这个科学研究嘛哈，所以这个冲之鸟会提到，可是并不会就这个主权或者他的这个是好了，所以又是闪避主权嘛，不去谈这个主权，然后最后只跟大家讲说可以来捕鱼。但是我跟市长报告啊，这个等于对国际上承认了日方拥有这个地方的经济海域的主权。应该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就是国际间对、哦。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外交部公开讲一句话，这就是公海。就很清楚了，这个立场是清楚的，不用再争辩，等待国际的仲裁 ，OK？ 但是把我方立场讲清楚，这是我第二次再度要求。接下来一个问题 ，AIT 新任主席来台湾讲了一句话：美猪议题将考验台湾是否加入 TPP 的决心，你怎么解读？但这个议题是很复杂哈，这是莫健讲的哦，新的 AIT 对美国主席美国还没有这个完成他的审查或者是这个批准了哈，所以这个议题事实上，但我不是他，我没办法替他解释哈。不过我的了解应该是，但是你的判读嘛，从一个你在外交部任职这么久哈，对于一个外交官讲这样的话。他的政治意涵，其实你们应该可以嗅得到了，不可能嗅不到。如果你嗅不到的话，那你要贵为外交部的次长，我实在有点怀疑哦。这个应该不做次长，不只是这一桩了哈。那我想，我们这个对于美国的态度，我们都很了解嘛，就是那是什么了？你要这个加入 TPP， 一定要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支持嘛。所以这个是不是代表美猪议题？我们要开放，他才愿意跟我们谈 TPP， 或者加入 TPP 才有可能性。这个是扩大解读。那我如果是扩大解读，那市长他什么议题不谈，他去谈美猪干嘛？他可以谈 IPR 啊，台湾如果 IPR 不处理的话，那你加入 TPP 有问题啊。啊，台湾如果不降哪一部门的关税的话，那你加入 TPP 有问题啊。偏偏挑美猪议题，这什么意思？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不过了啦，啊，美国内部也在大选啦，其实他们也要做表态，啊，美国有农业州，对不对？你比我清楚，难道他们的国议员没有压力吗？一定有的，所以把它扩大到行政部门来，就是带给我们一个 message，
台湾要加入 TPP 的决心在于你要不要开放美猪，这已经非常清楚。所以我在这边要再一次跟外交部讲，这个议题你必须要好好审慎的去准备。好，这个不是只有外交的问题而已，这涉及到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国人健康问题，这是不容拿来做外交利益的交换的。我们不会，我们不会，我们是尊重各主管机关的这个意见。好，谢谢。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柯建铭委员发言。来，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美女朋友啊，请次长。侯次长，请。柯总长好。你好，刚才江启臣委员所谈的台日海洋会议哈，那事实上我们代表团已经过去了嘛，是不是？是。由邱元当团长嘛。对。那这里面最重要一个议题还是食品管制的调整的问题啊，好。那这个问题当然牵涉到不是指外交部的问题，是农委会哈、卫福部，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不解决的话，我喊这个将来这个海洋会议对话会议哈，可能程度上会有一些困难哈。那这个也在迫在眉睫的哈。那我想最近应该卫安委员会应该安排这个专案报告。那个专案报告，因为过去立法院曾经说这个有关管制食品的开放疑惑哈，要一个专案报告。那现在只有大陆和台湾两个国家在对于食品管制上面还有一些限制，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症结在这个地方。今天本席要问的就是说，有关于好我们今天的主题《饮食人员任用条例》哈，我们驻外的，我看你这个报告哈，经查早年驻外大使均为政务职，我们今天就是要为了政务职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调。要来重新调整哦。你先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驻外人员全部是政务职？你是人员任用条例是民国48年到现在啊？好，对。这个早年代就是你自己写的、啊，就是、包括48年以前了啊。经查早年驻外大使均为政务职啊？什么时候开始？民国90年之前嘛，而且只有国家外交这个。在我们外交一直很多哈，颠沛流离嘛哈，来，什么时候开始？对，就是早年以前是没有这样规定，到你自己写，你敢写呀？对对对，经查早年驻外大使均为政务职啊，就是那个以前那个什么时候？在有驻外条例之前都是这样嘛。驻外这个临时人员任用条例是民国48年开始，一直到民国84年。最后一次修正是民国84年，才修正，84年以后到103年才，好，因为主改又修了。我了解中间转折了。对，那就是过去啊，过去事实上是没有这样规范的。那后来到这个48年有这个条例，那到90年以前啊，事实上这个大使都是政务职。那90年以前，对大使呢，民国84年修正的时候还就以后是政务职啊。因为你知道103年在立法院修正说要把为改为政务职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请人事处长说明详细一点。洗干是简单答一下就好了。好，报告委员，就是在89年，应该是89、90年之前哦，那时候是驻外使领馆主那个主。我把这历史讲给你听，才我们来谈这个法来，处长，这个法民国84年以后。第一次定了，48年，要不要信你点的，不要信你再修正，84年要经过19年没有修了，到103年，102年主改马英九发动主改以后，在103年在我们本委员会修正通过，好，中间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驻外人员组织通则的修正，把我们有。邦交国还没有邦交国一并来看待，都是要文职人员来，好、哦，那是102年，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为什么要谈这个历史呢？好、哦，因为103年修正通过是马英九执政时代所送来法案，
他采用是可以用政务职，里面包括大使、代表、副代表，拢有哦。那今天段宜康委员这个提案的第二条，就是当年啊、哦，当年主委说马英九政府送进来的版本，是不是这样？对，原来就是是不是啊？你要了解整个修法到底我们现在修什么法，你的立场是什么？要讲清楚啊。没有这个段宜康委员所提的版本就是。当年102年九月送进来，马英九执政的时候送进来版本，他们希望啊，而且把这个代表、副代表放进来，把大使、代表、副代表都放进来，都可以采用政务职。刚才江启臣在执行，原来就是马文武就是政务职啊。我们现在有多少政务职？啊？现有人员现在多少政务职？特任有十位，特任九位十位，十位。好，所以说那时候修的时候，在103三读的时候，是把变开放为十分之一而已啊。对，那这个审查过后是那时候开放十分之一是在这个委员会改的。对，那今天我本席认为哈，应该改回来，不应该有十分之一的限制。你的看法怎么样？这个牵涉到第一个特任官是总统的职权啦、啊、哈，所以我们也建议啊，就是说我们没有说，因为现在很多东协国家，包括印尼、缅甸很多国家，我们坦白讲哈，这些有时候要西方人员过去的、啊，有很专业，要国际观，只要外交的人员的这文官过去，事实上有所不足啊。所以103改为十分之一，但是 MI 送的版本是全部开放，是没有双轨的，是没有的。那本席今天要问你一个很重要问题。你赞不赞成段宜康委员的提案？我们赞不赞成段宜康委员提案？部分赞成了，就是说在点、啊、部分赞成，就是特任的部分我们赞成。为什么部分赞成？你现在要丢都丢啊！啊，你要外交体系的人，要本位主义的，本来是全部能双轨嘛。那在103在这里改的时候变成十分之一，那你现在不？我看你的报告哈，看起来也没有副代表，你副代表怎么处理呢？那版本有，小版本也有副代表，像代表副代表，像朱日我们又不能派副代表，一定要无关了。你对，现在我们队内、啊、你这个统一职称以后就叫公使，没有副代表。没有，现在还是有副代表、啊。副代表名义对外，那个是那个。你现在连副代表都没有嘛？我们在排除在外体系里面，他是。我现在这里做结论，告诉你啊，哈、哦，这个有关于政务人能用，当然是有我们国家外交处境这么复杂，有帮高无帮高，有很多国家的政经环境也不一样，特殊的关系，以及有的是要在经贸上特别要着重，所以毕竟很多人才。现在包括从经济部专业人才都不能过来了嘛，当代表、在大使、副代表嘛，所以本席认为段宜康委员的提案哈，我们应该赞成。你不要现在的打法是把它先说为十分之一以外，那些文官检任期以外再十分之一才来允许代表、副代表、大使，对不对？对，我们就建议了，建议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我知道职业文官啦，因为你既然有外交，我来讲，民进党思维不是这样。这个一路上不知道这个谁，这个法案，这个外交官，你到底部长有没有跟总统谈过啊？民进党思维并不是这样，民进党思维是应该，好、哦、回复到蛮有执政时的时候送进来版本，都可以双轨来任用，也就是说大使、代表、副代表，包括副代表，全部可以。改为，好、哦、政务职，好、哦，这是本席代表民进党党团在这里跟你言明在先，我希望你们外交部不要太保守，好吧？啊，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王定宜委员。啊，谢谢主席。麻烦常次。侯常次，请。王院长。侯常次，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驻外人员的编制问题，其实是一个在看不见烟硝味的战场上很重要的部署。我们现在台湾在外国
大概真的面对第一线的压力跟这个没有 gunfire 的战争，大概就是你们哈。所以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是怎么做对台湾的外交比较有帮助，对于国家的处境比较有帮助，这样来思考哈。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跟我们柯总召在对话当中哈，大概不太赞成这个10%的限制把它取消掉。那我看到你们部里面提的修正是认为说，把大使、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可以取消掉，剩下的还是维持10%。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对，就是因为特任官是总统的职权了，我们就不去限缩，也没有也不应该。可是他现在10%就只剩9%，10%是剩简任的，就是只管简任的部分。就是如果照你们建议修正意见，可以弹性派任的特任官会变成几个？你们现在全部95个嘛，哈、这个就没有限制了，就没限制嘛，派几位就派幾位，就全部大使级的都可以全派嘛，哈。我是觉得这样的，第一个派任的弹性，外交国防是总统的专权。那总统专权，我们要么就是信任总统的考量，他要面对人民的监督、选票的制衡；要么就是另外一套，就是我们用制度去限缩总统这个专权，但是两个思维。所以，如果交由总统考量的话，优点是这样子哈：第一个，你派任的弹性，某些区域，我们的台商那边影响力其实比我们的常任文官还要高，他担任大使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像斯瓦季兰，我们的纺织厂在那里哈，但他们国民就业的比例都相当高。那有些区域，我们因为台湾是多元种族，有一些新移民，或者他的下一代慢慢成长了，将来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友善的一个管道，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是国家的利益，当我们可以拜这特任人员的时候，当他弹性加大的时候，你们外交上运用的策略跟手腕会比较新，比较多有外部的刺激。那唯一的缺点，我看了半天哈，大家要思考就是所谓的外交关系的稳定度，因为一旦全面都是特任官，那政党轮替的时候，可能要替换下来的官员是驻外人员最多，哦，这个你们的理由完全没有写，哦，所以我这边是综合起来哈，基于国家利益，我是建议第一个哈，大使、常任大使、副常任代表，就如同段宜康委员的提案一样。把那个限制拿掉，因为只能派9个，真的是开玩笑。那你们写一个理由是不好的理由，为了确保职业外交官的升迁管道哈，那通常可以做不能讲了。你们算老实了哈，不能说为了保护你们的升迁管道，所以就限制住。第二个部分，除了大使、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以外的人员，你们应该提出一个妥适的比例，就又可以维持外交的稳定。比方大使、特任大使换了。但是我们这边常任的事务官可以维持一定的比例，而不是这边你们还是要限缩10%，然后这边全部开放哈。我这样建议，你觉得怎样？如果觉得好，我们是可以提修正哦。对，谢谢委员指教哈。其实本来特任官我们就没有不能去限缩了，因为那是总统的职权了哈。那所谓这个简任部分呢，我们这个理由当然王委员觉得不好哈，可是。确实也是一个文官体系啊，就是要有这个保障嘛哈，这个我们在里面可以讲了哈，我们不用去对外讲。你们现在是用特任官的10%去回头绑那个常任的10%嘛？不，那个比例我们也可以讨论了，也不是说这个我们是这样建议最好了，因为刚刚委员也提到，你刚刚建议等于是维护外交，你们那个修正是等于都没有改嘛？就是我们借用过去的那个10%，但是这个是拿来限缩。这个限制简任官了，简任官的部分。那你简任官如果说大家觉得比例9位10位太少，那我们也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啊。这个也不是说不能讨论，因为今天是联席审查哈，那实际上这个影响我们外交委员会比较大哈。你们是用那个95个的10%，然后所以简任这边你们现在大概都不能动嘛，大概只能动一点点而已哈。你们应该提一个适当的比例出来，你们现在提是没有提的。我们是提了10%嘛。10%也没有动。如果说委员觉得10%太少，这不要市场喊价，我在尊重你们的职业专业，你懂意思吗？我们的10%弹性太小，弹性太小造成什么现象？比方说，我们很多人已经到美国融入他们 mainstream society， 他们已经融入进去了，我们可以增加聘任到简任这个体系里面来做一些常设的工作等等啊。所以10%的部分哈，我倒觉得外交部要去思考，因为你在这个位置比较久，我们在这个位置比较。没有像你那么久，所以你可以去思考，10%这9个过不了关，现在提案要修正了，多少的比例，对于你们外交工作用人为才的弹性是好的，
又不会影响到所谓外交的工作的稳定度，它会有一个黄金交叉点嘛？那个点你认为是十，那有人认为是全目标限制是零，还是百分之百？那在百分之百跟百分之十中间，你们外交部都没有提意见的话，那就随便人家修的话，你这样很危险的。我提一个数字给委员参考，过去15年来哈，就是像这种非外交专业来担任馆长的特任当然不算了，特任不算，特任15个，那时候是我们现在讲的就10%那个简任这边，简任的话最多到8个而已，所以其实啊，派不出来，简任也是要文官才可以，但是他因为没有驻外人员的这个资格，那我们借用他，那最多只到8个，那派不出来原因是总统不派，不是派不出来，因为能力不足，没有这一方面，就是我们有这一方面专业的时候，最多只到3种啊，侯上次。过去就有10%限制是9个，就怎么派都派到8个哈，不好意思再借我几分钟哈，派到8个而已嘛，那就3种可能，第一个是总统不派，第二个是那些个人没有意愿找不到人可以派，第三个是找不到适任的人，大概就3个理由嘛。那你在这个位置那么久，到底主要理由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总统的考量哈，但是呢，过去就是基于需要才会派嘛，那。而且这是在10%这个限制以前就是这样，就最多只派到8个。不，只派到8个是你们发动还是总统只派8个？没有，我们是这个，如果总统要派，我们当然就接受。我最后的时间，我真的建议你哈，现在我们很多工作，新的工作都在做，你这个10%的限制应该是不够的。那如果你交给我们联席审查，有可能就变成100%。100%，本席有一些担心是，第一个也派不出来，第二个稳定性我也会担忧。那事实上100%也不会全部都派出来，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去做那个位置，所以你们应该去思考，不要去旧的数字，旧的数字那个其实仔细研究下去会有些问题哈。需要20%、30%、40%，大家你们要基于你们专业提出来，否则就让变成委员会的委员来决定。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外交部或上次你们今天带的团队这边说明哈，要想清楚，因为这个是外界看不到的东西，也许不是新闻的热点。但是，一旦定下去之后，我们在外交工作，这影响会很大。比如我们到缅甸，我们到印尼，到马来西亚，我们到东欧，或者我们到哪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弹性放大之后，不见得要用完，但是有一个20%、30%弹性在那里，我们可以有用人的弹性，从我们其他的部会是经济、国贸方面的人过来。但它不足，我还是有我们的外交部的检任官在那边担任工作嘛。你现在是把它划在10%后，那个弹性就不见了。那这弹性到底要不要大到100%？我还是尊重你们，你们要提出来。可你们今天到今天，我看到你们的立场就是最好不要动，就10%就好了。那你这样没办法说服人，好、哦。所以我最后这几秒钟告诉常侍，就是说，新的外交工作是台湾共同要面对的困境，所以我们希望是请上下之力，不分部会能够用的人交给你们来用，也许会堵住一些你们。职业外交官的升迁的管道，但就你过去的经验来看，九个也派八个，不会那么大量的去塞住，所以这个弹性的百分比，你是交由我们联席审查在10%跟100%之间，我们自己决定，还是你们自己要有一套看法？检任的这个部分是以20%、30%、40%，我觉得你们今天要提出一个态度来，否则并不是很负责任的应答方式。那我们不赞成说无限制了哈，那这个百分之比我们再研究一下。你们要研究一下，否则我想你叫我们讨论的话，这个问题很科学，不能像菜市场喊价一样。对，你思考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蔡适应委员。好，你跟蔡委员对调。好，那罗志正委员。主席，可不可以请次长，侯次长？侯次长，请。罗委员长，次长长，先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观念哈，或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症结哈。限制10%的目的，当时在立法限制10%的目的何在？这个我想，因为当时的委员啊，他们是鉴于这个外交是一个专业的工作。那所以他们建议要有一个上限了哈。那另外当然也是因为我们里面也有写到，就是说一些这个外交专业、外交特考的专业人员，要他这个升迁管道畅通，所以不能毫无限制嘛。原来他是要处理特任官的部分，还是处理那个所谓别的部会
到外交部去任馆长跟这个代表的这个条件？当时我没有参与哦，不过我相信是全面的在现，包括特任，还有一些其他这个政府部门的公人员转到当时外交部嘛，对不对？当时应该是这样，包括国贸局啦，或者其他调查局啦，乃至其他单位的馆长嘛，所以他限制的部分不再只是在处理特任的部分，还包括尤其是其他部会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部会在抱怨他们没有升迁的机会，虽然他们有所谓的外派人员，对不对？包括市长，你知道到底台湾有多少单位或部会在国外有派这个外交人员的？有20个单位。20个单位嘛？是。那你这20个单位里面，现在有多少非外交部的担任馆长的？现在只有一位了。只有一位嘛？对。侨委会系统的有没有人担任馆长？没有。对不对？没有。所以问题并不完全是处理特任的部分，问题在处理包括其他部会的所谓的外派人员，从来或者几乎很少有机会可以担任馆长，对不对？好，我们回到这一点，谈特任的部分哦。根据驻外机构的组织条例里面有规范，就是所谓的驻外的馆长、副馆长等等，啊，大使跟代表的部分可以特任或兼任，没错吧？对。所以理论上来讲，总统可以完全不受限制，所有的代表、大使都可以用特任，没有错。那这样的一个条件有没有受限于那个所谓10%？从法理上来解释有没有？这个两个是那个处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啊。对，有模糊的空间嘛？对。照理讲，总统可以设特任所有的代表跟大使，完全不受10%的限制，对不对？依法是这样，对。可是现在我们过度的解读了，我们过度的解读外领人员条例里面那个所谓10%是包括了特任的部分，对不对？那是以前的啦。所以你们今天的修法，你们的版本只是让它更明确化而已。是。事实上并没有动那个精神。是。呀，就是处长没错吧？总统的对才能。你对法理的解释这样对不对？是啊，是。所以你们是有点是这个多此一举啊，并没有动到你们原来我们想动的东西，你只是把条文写得更清楚，那个10%是排除了特任之外。特任常任代表或特任大使之外的才有10%，你们的目的就变成什么、啊、是在处理其他公部门去担任馆长跟处长那个10%的限制，对不对？可以，我这样解读没错吧？是，对呀、啊。嗯，所以如果今天把这个条文拿掉之后，总统要派所有100多个馆处，可能不用那么多了，代表处跟馆长理论上还是没有法律上的问题啊，没有问题。所以没有解决我们很多人想讨论的问题，就是说那其他部会。有没有机会更多的机会了来担任馆长跟处长？市长你觉得其他部会的这些外交同仁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跟资格来担任馆长跟其他部会没有这个驻外人员的资格啦，那当然、就是、没有，那是没有驻外人员，但是他可能有派外的这个机会啊，包括国安局啊，机会当然是，如果包括教育部啊，如果总统要派的话大家都有，但是他必须要特任哦，他必须要特任哦，是一定要改吗？也可以兼任啊，如果他是文官的话，也是可以兼任。没有，那是十，要十兼任的话，就有10%以内的规定啊。原来是10%的规定，对不对？嗯。现在请问一下，市长，我们现在多少大使馆？22。Yeah. 对不对？代表处多少？56。56。所以22+56等于78个所谓馆长跟代表可以派，对不对？嗯。好，那个副代表呢？副代表大概多少？副代表两位、三位而已嘛，我记得。对，很少，很少嘛。嗯、所以将近有60位左右，是总统可以运用来派任特任的，或者是我们讲的从外交系统里面出来，或者符合你们条例里面那个所有外派人员资格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个点说，今天并不是在帮总统解套而已，今天是在解一个套，就是说其他部会的外派人员。有没有所谓担任馆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有没有这个所谓扩大的限制？我先问外交部的态度，我不讲几趴了，态度上外交部还是不是坚持？因为今天没有其他部会来哦。我们会尊重啦，而且我们其实我们的态度也是开放的，就是说确定哦，你开放就不要设底了。多元的专业能够加入我们的这个外交团队。你要派我出去是吧？但是还是要有限制。啊是啊，所以说有的其实是不一定适任的。没有，我知道，当然不会乱派嘛。我现在只是他有没有条件跟资格，就好像外交人员也有不适任的啊。我现在讲说，你的态度上，我想要确认一下，市长，
你对其他部会，侨委会、教育部、文化部，他们也有所谓的这个外派经历的人，那他们有没有资格担任馆长跟这个代表、大使代表？你觉得呢？不用特任的话，不用特任的话，特任兼任本来就有，本来就有，本来就有嘛。对，对不对？对，那要不要缩限10%？我们当然是希望有个限制啊，否则的话，这个外交领事人员特考之后，那等于是没有他的升迁管道也会受限。其实我同意啦，我认为也要一个所谓上限啦。对，那十八会不会太少？你如果想想看嘛，如果今天扣掉总统的特任，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哈，60个好了，扣掉总统特任10个好了啦，不多了。然后呢，那剩下50个里面，在十八大概就5个。馆长跟代表，啊，大使跟代表是有可能来自于其他部会的兼任，你觉得呢？过去有这样的经验了，过去曾经有，因为过去没有设限嘛，15位特任，然后4位是兼任的，所以最多是9位。那所以如果我们要设个上限，应该这个是个参考。所以10%，我认为是有点少了。但是也不表示就一定要把它补到20%嘛。对，见仁见智了。那当然也可以设一个这个大家觉得差不多可以的。本席的态度是认为啊，完全取消是也不太对啦。啊，因为毕竟让这个职业的外交官要有一个人生奋斗的目标，啊，甚至呢有一种激励的作用。那我也不但跟部长提到，就是说希望能够更年轻化，让我们年轻人员有历练的机会，然后担任馆长、副代表等等，就有这样的一个历练的机会。所以我认为应该还是设定一个限制，但是扣掉那个所谓特使那个特任之外，那个10%还够不够？好，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好，那你们条文的确给了总统几乎更大的空间了，就只要特任就不在那10%里面。对，所以从过去的经验，如果说当初最多的时候减任只有4位，那个10%其实也是够用的。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这个10%太低，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讨论啦，也不是说一定非要10%不可。可是过去的经验最多就是4位，对，那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不把这个当成来规划嘛。以前没有限制的时候。啊 ，OK， 那可能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多元化之下，各式各样的人才可能非常重要啊。所以本席认为应该有设定的限制，但是是不是要到完全取消，我是有保留了哈。到时候我们在具体条文的时候可以来讨论一下。好，谢谢市长，谢主席。好，下一位，我们请蔡世英委员。蔡世英委员不在。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主席，与会的各位同仁，外交部侯次长，是不是请侯次长？侯次长，请。林委员长，侯市长早，我请教哈，我想，因为最近媒体有报道说，外交部将关闭像美国关岛啊、北欧挪威啊、沙地阿拉伯吉达以及利比亚4处的外馆，那裁撤这些外馆计划已经报请行政院来核定。那请问，这个撤馆计划是外交部自己的意思吗，侯市长？这个我们是。那个我们是一直在研议了哈，这个也是一个滚动式的一个一直在研议是。从本来就有没有报请行政院嘛？这个现在抱怨了，但是还没有核定，还没有核定。那你认为这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到底是行政院指示的，还是总统下令的？也没有，因为我们外交情势一直在转，那个随时在变动，所以我们经常性的会检讨。侯市长，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撤馆知识体大。如果真的裁撤，未来要是再设馆，我相信困难度是不是非常高？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会有这种情形了哈。可是我们会做一个裁撤建议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没有发展潜力，或者是觉得过去几年那个成效不佳，我们才会有这种建议。那当然未来谁也不知道了。因为其实哈，10年，侯市长，我们现在都知道。整个外交的这个是非常的困难哦，那尤其这一段时间520以后哦，那你要是说现有的这些已经有的这些馆然后代表处，你就是要把它撤掉哦。外交部的这个撤馆
考虑的说不是预算，而是人力配置和外交的这些效益嘛，是不是？是，对对对、就是。那既然是的话，是不是现在这个因为有新南向政策，所以说这次调整考量到整个外交资源的重新分配，哦，所以说这个就是人力配置，是不是因为这个要调整新南向政策的关系，哦，所以说把这些裁掉，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全然了，因为这个检讨事实上是在这之前我们就有在检讨。那当然现在有新南向政策，我们人力上会有这个重新配置，这个也是事实。但是你裁掉以后，将来想再设置，我想难度非常高。有些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像我们过去其实也做过几次那个裁撤的决定哈，有的时候是三个，有时候五个哈。那全然是刚才委员提到那几个考量，像比方说这个，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利比亚来说了。那利比亚局势一直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而且我们在那边这个在双边的来往也很少，所以我们这一次会考量到利比亚，其实也是这个原因。侯市长，因为哈、哦、我们都知道政府要调整新南向政策，当然外交官有一些不同语言的这个专业，那你认为要是这样的调整，好、哦、对整个南向政策有利，所以说要做这样的一个配置处理，是不是？是会有帮助的。那语言方面，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做哈，就是同仁派到那边去以后，也都会这个去学习。现在有50几位同仁就在学习各地的语言中。侯市长，对于外界顾虑撤管哈，裁撤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一些外交的关系啊。那另外一位次长李承南表示说，应该不会。因为以往在不同的时期啊，因为不同考量来裁撤不少的这些管处，那请问外交部是不是打算人力这个资源集中火力，这个来走南向政策这些重点国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会兼顾各地区的重要性啊，比方说美日啊，当然一向是我们外交的重点嘛。所以我们这一次裁的就是一些这个现在这几年来我们觉得效能不彰的这个管处了。那你认为就是将来整个集中在新南向政策的一些重点式的国家，那你认为在未来对岸中国会不会来干涉阻挠，你认为会不会？这个是我们自主的行为啦。这个如果中国强力来介入干预，就是说你认为我们有胜算的几率吗？就是走南向啊。目前我们跟这个18个我们南向的对象国家的这个往来都还蛮顺畅的。还蛮顺畅的。是。那你不觉得他们你就是要跟他们签一些协约一些这个投资保障协定，你认为有可能吗？有啊。这是很现实的哦。有，我们现在跟8个国家都已经签了投资保障协定。8个国家。8个，然后有几个也在洽谈当中。所以说你认为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对岸是不会干扰，不会去阻挠，是不是？我不敢这样说了，因为对岸有对岸的这个做法哈，那有时候是蛮粗暴的哈。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那个侯市长，我想当然啦、啊。我们是希望能够走出去，好、哦，那你这些，尤其，现有既有的这些管处，哦，我认为说能够留继续留，哦，你因为你预算不是问题嘛，人员看怎么调制调配，因为你就是走南向，你南向要走得很顺啊，南向就是走不顺的话，你未来，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那里也，这个管处也撤了，这边也走不出去，哦，因为其实。很多台商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认为说你南向该出去的都出去了，你就是再怎么鼓励他、哦、你不一定以当下现阶段不一定走得出去、哦、你像最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越南就好了，合进那个台塑炼钢厂都已经整个炼钢厂都完成了，你看他没有办法点火啊，对不对？你要是能够跟越南取得一个这个投资保障协定，我相信他就可以点我，但是现阶段确实是摆在眼前就不行，而且还没有
点火就花了100多亿，你说这个是真的值得探讨的空间、哦、那我再请教侯市长，今天要修正的法案是要取消大使、常任代表、副代表的这些员额限制，那请问原条文将员额设限的用意何在？哦，这个是102年，我们这个把这个修正草案送到大院来的时候啊，就也是在同一个司法的法制还有外交国防联席会的时候，委员们的建议才加上去那个10%的。嗯，那你认为取消这个员额限制的优点是在哪里？当然，就变成就是要任命这个其他部会官员去担任外管馆长就没有限制嘛哈，如果全部取消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外交是个专业的工作了哈，还是要让多一点外交专业来担任馆长，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那你认为说这些人士的这些任用是不是适用双轨制？我们也不排除啦，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所以我们在建议里面是说特任的这个大使、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我们是排除的，那只这个10%呢只用来规范检任的文官部分。侯市长，因为外交部一方面要提出撤管调整人事，一方面又主张符合外交实际所需的这些在取消这些员额限制，那请问你认为外交人员有办法按照现行员额的编制来安排馆方人员吗？依您看，还可以啊，我们目前没有发生问题。那你认为要怎么样，这个能够让资源扩大来运用？当然适才适所啦，所以我们也不排除说纳入其他这个专业、其他部会的专业人才，比方说经济部啦。国贸局啦，这个以前也都有这个国贸局长来担任我们外馆馆长的这种例子啊。这样子哈，嗯，好，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请林昌卓委员。我们请侯次长。侯次长，请。另外一早。嘿，那个，我想次长在这边哈，刚刚几位委员提到的一些问题，那我就不再重复。那我想今天，台湾在面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外交的困境跟处境上面，那我想我们在隔壁也常常讨论到要运用的这个不一样的技巧跟人才其实会需要很多。那台湾面对的外交困境，它基本上不是典型的要做的这个传统的外交工作而已。所以我想在这边，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反而是更需要有这个更完整的空间，让总统可以去运筹帷幄，去想他的这个人事，这个在外交方面的这个人事。所以其实我看到说这个主要的，我跟那个刚刚王委员的感受是还蛮相近的，就是看到是说会担心这样子的修正会阻碍一般职业外交官的升迁管道。我想这个是这个用这样子的理由反而是比较难接受啦，如果是有其他的理由的话，说不定还比较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想这毕竟是总统的职权，那这个总统职权要怎么样去布局，应该在他的这个 vision 里面有一个脉络。那如果说今天他又把它放成是变成是要用保障的方式来想象这一个布局的话，我想很多的工作，例如说新南向政策，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大量的这个懂当地的语言、懂当地的文化，可以融入当地的这个生活习惯跟脉络的一些人去规划那个策略。那用如果是这样子，那同时又要变成要保障的话，我想很难贯彻总统的意志。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想，是不是次长，你是不是有办法去思考？我觉得应该是先从，或者说应该外交部这边是不是可以去规划，应该是以贯彻总统的意志。因为我也知道其他很多国家，他事实上在几乎都是特任的啦，他这个包括像美国在内，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限制总统的这个他在这一个策略上面他所做的这一个布局啊。
哦，我赞成，就是说我们也没有说要限缩总统职权了哈，所以我们的建议里面是把特任的都排除，那总统任命就都是一般都是特任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限缩到总统职权。那我们只是说这个检任部分呢、啊，还是应该留一些这个空间，或者是保留留一个上限了、啊，要不然，当然这种情形不会发生了，就是说。各部会都来，那外交部人反而没有机会做馆长。其实外交专业是很长时间培养出来的，这个我也不是说三两天找一个人就可以做的。这我了解。所以这个还是为了邦交，为了国家利益，外交人员这个二三十年的经历啊，是很值得珍惜的。所以我想你应该在报告里面多强调这个。对，而不应该是说好像是保障这个神经。也许那个讲法不是很让人家很觉得很妥当了，可是这个是事实啦。因为我相信，要不然外交特考你考了以后二三十年下来，对不对？没有，这正是我要提醒，就是说，其实，在透过外交特考，透过在国际上面的这经验跟累积的，其实它的长处是什么？如果他今天真的适合的话，我想应该这个外界也不会质疑啦。就是说，不要用保障的方式去描述这件事嘛。那你如果能够有另外的方式去强调说，它其实在哪些部分其实它是很适用、很适任的话，用这样的方式，我想这个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应该会有这样看了报告以后，会有像我跟定宇一样类似的感受会比较少、啊。应该去强调他们的强项，强调他不一定输给其他的这个部会，或者说外界去找外交部以外去找的这些人才的地方，他的特色在哪里？所以其实这个在修法上面反而不一定要阻挡啊，你只要去强调说你这些人经过特考，经过这个经历上面的累积，他的强项在哪边，所以他不会输给其他部会的，希望总统或者说希望外交委员会在这个监督这一些人才的时候可以去。看到这些人的长相，我想应该是这个方面会比较正面。如果我们的外交困境是这样，结果我们还用保障的概念在想这件事，那就很难突破嘛。那如果是把外交部现有的这些人才的强项去凸显出来的话，我想反而大家是可以比较接受的。那个报委员，其实我们外交部态度是开放的。那甚至于我刚刚也跟王定宇委员，还有另外的委员都报告过。过去啊，其实就是在没有这个10%的时候，因为这是103年才有的。那之前的时候就也是有总统任命很多嘛，哈，特任的最多的时候到15位，加上4位检任的，所以事实上检任的只有4位了哈、嗯。那这个我们的建议，比方说10%，就有9位，9.5了、嗯。那9位嘛，10位也好了。所以并不会说限制到总统的职权。那总统一般任命是特任，那会从别的单位，从这个文官体系里面去借将，这个也是很好的。我刚刚也报告过，其实像以前国贸局长，像现在的调查局长下来，也是到外面当馆长，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过去我们送来的时候，事实上也没有这个10%，是后来委员会这个大院啊加上去的。那现在又要取掉拿掉、嗯，所以这个事实上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大家觉得。所以外交部其实大家觉得虽然报告这样写、嗯，但其实并没有一定的这个限缩的想法。大家是觉得说还是要有个限上限比较合理。我想这个部分我原则上是会支持段委员的这个修正啊，那也是希望说，然后但我们另外一方面希望外交部可以更去凸显本来外交人员的这个通过特考跟经历的累积上面的强项，这样子。好，谢谢委员。谢谢好，下一位请张宏禄委员。不好意思，请那个次长。好，次长请。张委员早。嘿，次长。我想请教，在早年呐、啊，哈。我们的这个使馆啊，比如大使啊或什么这些啊，有没有限制？早年是没有啦。啊？早年是没有限制、啊。都完全没有嘛。就是总统职责嘛。对嘛齁，都没有嘛、嗯。那我想请问一下，美国的大使有没有要常任文官出任？也有啊，有特任、啊、也有常任有。不是啦，他们有规定一定要有一个比例吗？这个我不了解，这个我们查一下好了。啊，我们查一下。
这不了解我们台湾的外交部的次长竟然对美国这么重要的邦交国，对他们这个你不了解。讲一个事实好了，就是说我不知道他们法律上怎么规定的，但是呢，讲一个事实，我在驻外的期间啊，很多的美国大使都是常任文官。对嘛，好、哦，也都是混着用嘛，对不对？常任文官，哇，都是职业外交官啦，对不起，嗯，哈，职业外交官，嗯。他们也有是有些是职业外交官，也有很多特任的嘛。像选举时候出力很多的啦、啊，他就派他当大使嘛。没错嘛，哈、嗯哦。其实啊，我今天问这个啊，我真的是哈、哦、我在念书的时候，我拿的是外交部的奖学金呐、啊，哈、哦。所以我今天问这个哈，我讲不过哈、哦，确实哈、哦，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啦，哈、哦，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您同不同意啦？哈，在很多的地方啦，哈，其实啊、很多的国家邦交国或非邦交国，我们举个例子就好了。我们任何的台商跟当地的啊、政府的关系，都比我们驻外管的人员关系还要好。这有可能啊，有可能。以前我们这个在过去啊，曾经任命。在巴西曾经任命这个有一个大使啊，就是台商。不，我说现在现况，现在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形了，因为他们在地久了嘛，几十年，然后落地生根啊，当然跟在当地人脉不错的，这个很多。我相信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嘛，哈，对嘛，哈。那比如说啦，其实啊、因为啊、语言的限制、地区的限制啊，你比如说我们派出莫斯科的。你不会俄文的人，你怎么去可以？你觉得不会俄文的去那边可以发挥？有些国家哈、哦，这个当地语言很难了、哦，像希腊了哈，像这个罗马尼亚、嗯、那个文字很难学的，所以不一定馆长要会用那个语言，但是呢，他的馆员一定会有，对嘛？对，好、哦，不是一定会有吧？是他那种特殊地区，在我们部里面的话。对不对？他就有可以不受这种轮派的限制了啊，是不是？他可以有弹性啊。哦、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啦，哎、啊，不是有需要、哦，现况呢？目前我们在很多特殊语言地方啊，不一定是馆长都会。我现在不止馆长，没有只有馆长嘛。馆员很多都是会那个当地语言的，像阿拉伯国家，我们这个。包括馆长到馆员，每一个都是阿语的专长，对嘛？嗯、是不是？ Yeah. 好，所以你有些特殊的国家也必须要有它特殊的语言，它有必须要特殊的限制，然后因为它也有这样子，它才能够跟当地有打好的关系嘛？是不是？对不对？那都有帮助了。嗯，不，是有帮助还是需要？不，你会那个当地语言是有帮助，但是有些国家哦，不用也没关系。英语程度很好的时候，你在交涉啊什么都是用英语进行的。不，国际的用英文是可以嘛？你如果要讲官方，当然可以嘛。对，我们台湾的外交难道只有讲官方的事情吗？不用有交情吗？不用跟人家有交朋友吗？你觉得不需要吗？用英语也可以交往、啊。哦，用英语也可以交往。对。那我请问一下，人家就我所知的，人家像中国派驻在俄罗斯的，人家跟那俄罗斯人家的那个外交部长关系有多好啊？人家可以随时去他们家哎、欸。我们有那叫做有那叫做哈，我们都不用交情吗？我们馆长也有这种情形、啊。我跟你讲了，很多我们都没有，我不是只是不想讲而已。你像我们很多诈欺犯，连要求遣返来台湾，我们的外交部都跟人家沟通都没办法沟通了，这事实摆在眼前了，不是吗，次长？当然有些情况是这样的啊、哦，比方说刚刚你委员提到，也许是像柬埔寨啊，那个是特殊语言啊，但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在肯亚，那个是英语的可以通的地方啊，我们那时候就处理得很好。我现在是在跟你讲，你不用跟我讲外交辞令，这么跟我绕来绕去了，就事论事了。那我跟你讲啦，像我们当立委，我们区域，我们很多人哦、喔，常常也会接到啊那个请托，他在跟我们的代表处或什么大使馆，他出了问题，
常常找不到人，求助无门。应该不会，你知道吗？应该不会了，这个不会吗？那我如果说好，我请问一下，我们的驻外单位，我们跟我们部里面是不是要24小时保持联系？会，可以吗？对，都畅通吗？对。那我如果现在我随便举一个，你现在打电话，你自信打得通吗？找得到人吗？当然，我们因为有时差，有时候是他们要休息嘛。那你如果说他们现在是白天啊，工作时间都倒得到。哎，不，我刚有请问你啊，你说24小时啊，那如果遇到重要事情还有时差，欸、那很奇怪哦。我如果现在点名一个，你有把握打电话打得通吗？找得到人吗？电话可以接通，但是如果他睡觉或者这个没有嘛？哎、今天如果特殊情况了，还睡觉不睡觉？我们外交是这样办的哦。有啦，我们有一个紧急联络电话，那个是都可以找到人了。那啊，都可以找到人。那你我要不先要点一个你找，哈，我随便选一个。我们非洲很大的国家奈及利亚或南非，两个你选一个，你现在打，找不是找得到人？应该找得到了啊，应该找得到。有没有什么叫应该？对，那我是说，好了，可以找得到了啊，可以找得到。你要你就要有那个说百分之百找得到嘛。那个委员要跟南非通话，我们可以接一下。好，你如果我要你的回答是你有没有把握，有没有什么？有，我们这个紧急联络电话是24小时开放的。啊？开有。对部里开放嘛？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国人在外面碰到问题都可以打。但我跟你讲，很多的情况就是打没有人接，找不到人。那我们的选民服务又不是没有这种例子过。如果委员有具体的例子，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些种种的原因。就是说，回到我们的本来 的议题，我是认为啦，你把它全部改成特任，我也觉得像我刚才所讲的，有些特殊的地方，有些然后人家啊外交官他的升迁，我们要兼顾。但是我认为，你如果都不开放的话，有很多像我刚举例的，有很多确实很多人的关系比我们我们部里面的人关系更好。我觉得外交就是要弹性啦，对，我们赞成，不能再用以前啦。没有，这个我们赞成。好，那我也觉得啊，你们讲的10%真的太少了。如果10%这样，你会限缩很多啦。我认为这个10%的比例不对了，应该再调高一点。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啦。刚才我也有表示过，好，好，是，谢谢委员。下一位，请周春明委员。谢谢主席，还是有请侯长次。侯次长请。侯次长是正次。哦，正次啊。周委员好。正次好，次长早哈。次长想请教你哈，我们今天讨论的大部分就是在检讨说这个大使跟常任代表还有副常任代表他的员额嘛，总额。那我想请教你，就是通过了外交领事人员的考试及格，要在外交体系服务或历练多久，才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条件，可以担任这个常任的副代表？这个至少要25年左右。如果就正常的文官体系的升迁，要有25年的服务跟历练就对了。差不多。差不多。那常任代表呢？那就可能要到，当然25到以上大概都有可能了，然后30年这样子。那现在常任副代表有特任，就是总统派任的吗？副代表是12到13职等。12到13职等，就不是，就是还是寻这个文官的派任。副常任代表有没有？没有特任。目前都没有特任的。目前没有特任。那请教你，就是你今天外交部的报告，大概有一个数据出来嘛？哈，就是说，依据现行驻外机构的编制表，哈，你刚刚报告说前项职务员额共计95人，那这个95人大概大使是多少？常任代表是多少人？副常任代表是多少人？目前大使哈，我们是89位了哈，然后常任代表2位，副常任代表4位。这是编制吗？编制。
这是编制。编制，对。那所以，如果照你们今天的建议啦，哈，常任副代表的不能够派，就是说他的员额有受10%的限制，那可能派、哦、没有副常任代表没有，我们是建议排除，排除哈。对，好对。那我现在大概早上整理了一下你跟几位委员的一些询答，但目前确定你们的方向，其实这几个政策或者几个方向没有太大的，就是说太差异的一个利害关系了哈。前提是说，现在段宜康委员的版本，或者我们几位委员比较赞成的版本，事实上是在行政院102年9月16日行政院送的版本就是如此了嘛，对不对？那你们当初考量的立法意旨是什么？应该也是要给总统这个充分的用人的空间，还有考虑到我们的外交处境嘛。对，对，当然当初我们没有那个10%啦，我们送的版本是没有。你们送的版本是没有的吗？大院这个联席会议啊，就是也是今天这两个委员会的对联席会议，所以当初建议加上去的。所以当初行政院在102年9月16日送到立法院的版本，也是目前段宜康委员的版本啊，对不对？事实上没有，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嘛，只不过在第二条第二项的弹书加了一个弹书而已嘛。那时候是为了保障所谓的职业外交官的升迁嘛。那当时有他的想法，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你们当时的行政院送的版本就是段宜康段委员今天提的版本嘛？好，可以这样说了。那你们今天提的一个建议版本，我看现在次长也不太坚持。那我们来精算好了。如果说你刚刚的说法，因为大使跟常任代表事实上都是尊重总统的特任的职权嘛，这个本来就不会算在10%里面了嘛，对，是不是？ Yeah. 现行的运作本来也就没有在这10%的规范了嘛， yeah, 所以你讲的那个员额9人，事实上，一现行的实务运作应该有超过9人吧？嗯，有没有？没有，像过去啦，最多只到4位，那现在只有1位。现在只有1位，对，所以事实上。大使跟常任代表就是没有外交领事的派任这个资格的，就是1位，对，对不对？所以10%事实上是很够用的啦。10%事实上很够用。嗯、那你刚我们现在是说，哎，如果是常任副代表他没有这个常任副代表，照你们今天的建议是常任副代表不得超过其编制的10%嘛？照你们今天的副常任代表也是在特任里面，副常任代表，对，所以他也不在这个10%规范之内。那我跟你确定一下文字好了，我刚刚跟不是这里不是，我刚刚跟郭正亮郭委员在台下讨论，你们建议该段的文字修正，但其员额除特任大使及特任常任代表外，不得超过其编制员额10%。我们说文解字是说，特任大使跟特任常任代表就不受这个规范。现在讲的10%，只有这个常任的副常任代表。简任的。对。那简任，你刚刚又说只有4个缺嘛？不是，过去只用了4个，就是简任的来当编制呢，但是不是外领人员来当这个馆长？那编制呢？你们讲的是实际。刚才讲的就是，你到底在我在问啥不？2位，对，4位，对。哈，到底在我在问啥？知道。等于是说，不管是段委员的版本，或者你们今天提出来的方向，事实上特任跟常任这个代表事实上都没有影响嘛，只有影响在这个副常任代表这边呢、啊。是不是？没有。很多啦，还有简任大使啊、简任代表啊，什么这些都受影响。那我讲的大使就包括了简任嘛？那你们现在又是哦，简任也要算在里面？只有规范简任的，那特任的我们都就是由这个总统的职权，我们就不去。所以简任大使跟简任的常任代表也都是你们今天也是不得超过10%。对对对，对不对？就是、只有简任的就会受到这个10%的规范，就只有特任才不受。特任不受规范。
那检任现在是有多少位啊？检任大使。检任。检任大使很多，可是都是职业外交官，不是职业外交官只有一个。对，我们在谈的就是说检任大使，但是不是外领人员的，现在只有一位。检任大使。其他都是外领人员。其他都是大，就是外领人员。所以这样差距是有多少？如果依照你们的你们建议的方向，跟我们现在委员会就是段委员几位委员提出来的版本，这个差别是这样。我简单讲了，就是说特任的我们都不管嘛。好、那检任的呢？如果根据我们的建议是九位，九位，那现在只有一位，所以事实上是够用的，还有八位名额够用的。那够用还不够用？如果说委员们觉得不够，那我们也没有坚持了哈。老实讲，我们这个尊重各位委员，但是呢，过去那个102年的时候啊，103年通过啊，那个条例啊，那个委员的考量就是说，第一个除了尊重总统之外，第二个呢就是要替这些专业的外交人员升迁管道啊，维持他的畅通。对啊，这个当然我们一定会考虑进去的。我们其实我们感谢，因为这是后来在联席委员会加上去的，原来是没有嘛，原来版本是没有嘛。那现在如果说还要改，那当然也是委员大家来讨论嘛。这个不只是升迁管道畅通的一个概念吧，这也是帮国家在培植优秀的外交人才、啊，这个是我是引用委员的讲法啦。那我们当然事实上国家利益啊，要靠在外面啦、啊，事实上要这个是蛮专业的啦哈。那我们刚刚委员问到，我们其实是栽培一个馆长要25年到30年，哦，这个不是随便到处抓人就可以，当然是、啊、可以做的啦。但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外交的处境一些因素，我们所需要的就不只是外交的专业而已嘛。那这部分大家都会考量进去。我们有开放，只是说今天外交部的说明显然没有很明确让委员去知道说，到底这个员额的编制这些人数上面，你们如果能够有更详细、更具体的数字，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来讨论这个政策会比较适当一点。我就提一个数据给委员参考啊。过去这个在2000年到2008年之间，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最多的，就是说非外领人员来当馆长，那时候特任的有15个，特任那检任的有4位，所以从来没有超过10%。好，了解，谢谢。啊，谢谢。下一位，请郭正亮委员。还是请一下政治好吧？侯政治。郭委员长。政治你好，我想段委员他提这个案，一定是跟这个总统府有做过沟通哦。那他有跟外交部做过沟通吗？有部长有跟他沟通过，也有是吧？是。那为什么段委员还是坚持提到的版本呢？但这个段委员是要把这个全部拿掉嘛，哈。对，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被你说服呢？我没有参与那个沟通了哈。不过我想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议题。而且这次我跟你讲啊，段委员也不会突然提出这样的案呐、啊。我相信这个一定是总统府相当多数人的意见啊。那表示你们外交部并没有说服总统府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了解是也有报告过了哈、嗯，部长也有跟总统报告过。那当然，总统也是很开放的态度啦，就看外交部可以在今天的这个审查会议上啊，能够来跟委员们来讨论什么哪一个。这次我跟你讲一下啊，因为段委员的版本，他第二条特别讲到东南亚的部分啊。事实上，我也比较认同段友员的版本啊，因为这个跟我个人经验也有关系啊。因为我去过越南，大概去过8次啊。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越南发生过几次的排华的暴动。那事实上，真的能够在地方上使上力的，并不是外交部的驻外人员啊，而是当地的台商代表。所以这个当然就人家严重怀疑，就是说，比如说东南亚。你没有错，你刚刚讲到说外交官的培训需要很长的时间啊，可是我们台湾的外交官常常是轮调的，比如说可能在越南待3-4年他就离开了，可是在东南亚很需要人脉的关系，有很多台商在当地可能住了超过10年20年，
那种关系完全不是你们能够比拟的、啊、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台商的这个在东南亚的各地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一定都跟民进党的政府还有立委都接触过，所以我觉得总统府才会有感而发、啊、那对于这样的看法你认不认同呢？这个我当然同意委员。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一个例子告诉你啊，这我亲身经历啊。2014年5月13号，越南发生排华暴动，韩国还有日本当地的驻外使馆立刻跟越南的公安联系，然后公安就派出武装的巴士，把他们在地的厂商的代表载走，然后派了武警。把日本跟韩国的工厂跟那些越南的报名隔开，我们在越南驻台湾，我们台湾驻越南的代表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知道平阳省跟同爱省还有和静都受了严重的伤害，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外交人员事实上在越南他就使不上力嘛。我只是举个例子啊，那你去想一想啊，未来南向还有那么多地方，我们外交部有多少人啊？比如说印度。我们外交部只有多少人？好，比如说印尼，我们有多少人？缅甸有多少人？那这些未来很可能再发生类似的情形啊！如果你不让当地的一些台商，或者是当地住超过20年的人来发挥他的作用，有政府的头衔，那怎么可能处理事情呢？那个报委员，这个我们驻外管处啊的人员额编制是这个一定的啦哈。那所以也没办法说。增加人就可以做更多工作，但是呢，我们很重要都会借重当地台商的力量啊、哦。那是不是你借重没有用嘛？他没有政府头衔嘛？当地台商他人脉很好，你就任命他当大使，这个是可以讨论了哈。那因为国家的利益不足，不政治啊这一部分，他进来之后总要带人进来吧，不然他怎么做事呢？怎么可能是一个台商？我这个只是在跟你讲说提这个案的原意啊。原意事实上是质疑，我们是开放的，开放的态度。我们是质疑外交部在东南亚的作用啊，讲白了就是这样。刚才提到越南的 case 哈，事实上这个韩国、日本他们跟越南是有邦交的啦哈，所以他那个这个在交涉方面当然有他的便利。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大使馆也是有这种能力的啊，可以请。不，东南亚我们都没有邦交嘛。对。请警方来协助。这个我想你刚刚已经讲，因为没有邦交就有差了哈。那我们也是有借重这个台上的力量在处理了哈。像目前建钢和建钢厂那个，他现在我们也是代表说也可以洽他们的武警来帮忙啊。就是第二次这个发生这个污染事件的时候，有人要抗议，我们也是找武警来帮忙。这次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啊，我想外交不外就是人跟钱呐 啊，我想这个是很现实的。我们台湾的政府开发援助啊，就是 ODA 啊。据你的了解，一年的预算大概多少？我们总预算244嘛，哈，244亿嘛，200多亿，大概70多亿是做 ODA 是不是？对。那个大部分都是针对邦交国嘛，对不对？都有。那请问东南亚大概多少？我们没有细分了哈，不过我们这个投入的当然除了外交部预算之外，还有其他单位的。这次我听说啊，比方说国合会啊，还有。这次我听说了啊，这个我也是听外交部的官员跟我讲的、啊。去年2015年，我们在整个东南亚的 ODA 预算不到台币1亿元，应该不止啦，因为你如果算这个现金，当然。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的援助是很多方面的，比方说奖学金，哦，比方说这国合会的研习班，教育部给的奖学金，这个都是要。你同不同意我们台湾对东南亚的布局已经落后于韩国呢？你知道韩国一年的 ODA 多少钱吗？这个每个国家它对东南亚的 ODA 重点不一样了哈。那我们当然起步比较晚，可是还是要努力赶上了。我跟次长报告，政治报告，韩国 ODA 从2013到2015年3年，它的 ODA 在东南亚是10亿美金，10亿美金是300元台币啊，可能不止了。我们外交部的总预算只有240几亿，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比了。我们自己，我们外交预算曾经高达560亿，财政困难。在经过马英九8年的外交修兵之后，一路从560亿减到200多亿，这个你同意吧？是不是这样？我
我不记得有到500多亿的。没有到吗？没有。在陈南山当部长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大概多少？没有高到这个，大概300亿。没有到那个程度，是不是？没有到500多亿。那你们会不会针对这个部分来争取你们的预算呢？我们每年都在争取啊，就是在大院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我们如果在东南亚的 ODA 始终是这么低啊，东南亚的老百姓就永远认为台湾只是要去赚钱的啦，你根本不是要跟人家交朋友嘛。所以这个就是跟过去南向政策不一样的地方嘛。我们现在在以人为本，然后在我们没有看到你反映在你的预算嘛？有，可以有吗？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有吗？有这个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委员可以看到。你说你外交部今年在东南亚的预算这部分有明显的增加，是不是？有，像比方说奖学金方面，那个是编在教育部啦。教育部那个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教育的预算就南向就有10亿嘛。国会的这个今年要预算要准备这个培养他们93位这个技术在这个。哦，那个是外交人员的训练，是不是？那个，是我们的，不是国会啊，国际合作发展。我知道国会，我知道。我们那个就规划93位。哦，那以后审预算的时候再就教育政策啊。是是，谢谢。谢谢好，现在会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休息10分钟，好。谢谢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侯政次好吗？侯次长，请。还有那个肖视察，请。刘委员长，行政人事行政总对，还有全序部好吗？全序部陈司长，政治我来请教你一下哈，现在你们所提出的版本呢，当然大部分的委员会觉得弹性不够哈，那其实是跟着我们国家的政策来走的了哈，可能你会担心说，如果未来啊有很多其他非正常管道的外交人员啊，可能这样子位置就不保，或者是升不上去哈。所以我想先请我们人事行政总处跟全序部的肖视察跟陈司长，你们先来回答一下，那段委员所修正的版本里面会不会冲击到常任的外交文官上面他们未来的升迁或者他们的全序规？来，请哪一位先？不要浪费我时间好吗？谢谢。是委员，那个就这个官规官制的角度来看，常任文官有他这个升迁的体系了，但是就外领条例来讲啊，那这个大使和代表，他在这个组织通则哈，驻外的组织通则里面，他是可以特任，或者是特任就是比较像是政治任命，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是回归到总统的。对，那会不会让外交人？那假如要用职业外交官升迁上来的话，他的职等就是13到14职等，以这个大使和代表来讲的话，那现在这个原来这个外领条例的这个第2条第2项，它加这个10%的这个部分是针对常任文官体系里面的，这跟特任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我问一下，那个修正条文里面，如果把它全部都说不受这个第3条第4条资格限制的话，影响会不会很大？102年这个外交部提出的修正版本的时候，是原来是没有这样子的10%的限制，完全就是回归到从业务上、实务上的这个应这个业务的需要。那在103年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把这10%加上去，那可能在这2年在执行上，外交部觉得这个条文加上去，对他们业务的推动和领导统御，还有外交职业外交官的这个人才培育上面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因为有瓶颈的关系？升迁的瓶颈的关系，这个部分可能要回归到外交部。好，那谢谢你。来，我先请那个政次侯政次，侯政次，你原来是常次嘛，哈，那你也是标准的职业外交官，哈，所以你历任过常任的文官，哈，也历任过政务官。那刚刚我们的人事行政总处或是全序部所提的部分，就你了解，对于外交部内部的常任的外交官，他们的升迁管道是不是因为受到瓶颈的关系，所以造成？你们没有办法用弹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方案。但现在因为还没有修改了哈，如果以后你这个但是内部的声音你听得到啊？对，但目前我们是当然在一般的升迁管道是还算畅通了哈。不过我们检讨了一下，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目前其实有资格
去当馆长的，在部里面现在有81位同仁，所以但是年纪都偏大，是不是？不会不会，有的是副市长层级的，那也都是市长。我可以这样跟你建议哦，就是说，如果外交人员会认为说他们的位置啊，就是越高位的部分啊，会被别的其他专项领域的人占住的话，其实你们应该要求全序部或是要求行政院人事总处帮你们安排。未来外交的常任文官可不可以移转到其他部会？譬如说，他也许想要到经济部的经贸谈判，或者他也许想要到侨委会，用这样子的互相交流的方式，让他更活络。我想，我们的委员不在于说要压制啊常任文官的升迁管道，而是希望未来的外交领域啊更有弹性，要不然会造成很多很奇怪。有些认为已经是政治任命，但是把自己当常任，譬如说赖信元。叫伊落来，不爱落来。譬如说沈履勋，叫伊落来，最好一秒钟才要落来，啊，这是在冲啥？这个是很奇怪啊，没有把自己当成政务人员，那有常务人员不把自己当成常务人员，就乱掉了，乱了套。所以既然乱了套，我们用正面的能量来思考的话，能不能有更有弹性的部分？我们都了解，我们很希望说未来也许馆长他是经贸专长，可是，在外交的原来的培育里面，外交就是外交。你要讲经贸也搞不清楚，就好像说很多委员关心西南向，西南向这个整合的大的经济体，2030年已经被确认是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我们再不进去就很糟糕。那现在外交部也不能当成是先锋的角色，要透过台商来打前锋，这不是很奇怪吗？台商就是台商，跟我们原来的官方单位的外交或者是经贸谈判是不一样的。好，那我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譬如说菲律宾向的总统，好，杜特地，杜特地他跟我们台湾的警政关系好得不得了啊，也许我们未来是驻菲律宾的代表，是警政署长，这样不是更好，共同打击犯罪这件事情，大家就有连结的话语了嘛，才被他们不会再说三道四，然后各方都在吃台湾的豆腐，这样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从比较高的位阶来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外交部要有更灵活、更弹性来运用会更好。我不晓得政次怎么思考。是是，我两位先请回，两位先请回。同意委员的指教哈。那我们事实上也是开放态度啦。那也从来也没有说反对其他单位的这个优秀人才到外交部来服务。我们过去也就有十几个，没有哎、欸，没有、欸。在我刚刚也提到，事实上我们有15位政务官，另外有4位检任是从其他的单位过来的。譬如说，我们未来如果有 WHO， 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代表，那也许是我们卫生相关的医疗专业嘛。对对对。他不是跟人公靠威，对，没有错。卫生环保靠后嘛，跟一般的常任的职业外交官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有朝一日如果这样的话，当然卫生是卫生，然后比方说 ICAO， 也许我们借助民航局啊这一方面的专业。你看一下日本跟韩国，其实他们已经大幅度在做更动了吧？哈，所以我觉得说。以各位在外交以及在很多我们的这个驻在国啊国度里面，如果比较先进的话，他们本来就很弹性，包括我们有很多友邦，譬如说欧盟驻台湾的代表，好，或者是欧盟的很多国家驻台湾代表等等，这些他们不一定就是职业外交官转任的啦，说不定本身就是一个企业界，本身就是教师或者是教授或者是法律专长等等，这些其实用我们用更活络的方式让他觉得说外交是很重要，但是他如果有其他的这个专长，能够在住在国家里面或者在领域里面帮台湾扩展更大的实质的外交空间，其实是更有利耶。我不晓得政次怎么思考这个部分。我赞成啊，就是过去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例子啊，像巴西以前也是侨领来担任我们的代表，是的，日本也是，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有利可循的，我们没有反对。对，因为我看到，譬如说有一些欧盟的代表，我看他们也并不是职业外交官嘛。对，没错。好，那他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实质外交空间的拓展也可以啊，好，所以我觉得说外交部可能在这方面我还是一样哈，就是如果你也担心内部的外交部人员会有其他的这种所谓瓶颈阶段没有办法再升迁的话，可以多跟我们的人事行政单位或者是全序单位来看看怎么样在比序方面呢让自己外交人有更多其他的拓展的空间，其实也不错啦。好，你那提案啊，提案问董磊来到三天啊，好不好？好，这个对可以吗？好，好，谢谢啊，谢谢市长，谢谢。好，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好。
Thank you.
好，我们继续开会。那下一位，请陈廷辉委员质询。谢主席哈，我们请郑次侯郑次郑次谢，郑委员长。次长，我想再确认一下了哈，到底我们现在外交部对于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这个修正草案的部分，你的态度是如何？现在提的版本是全部把它删除掉，也就是说它的原额是不受到超过其编制原额10%的部分这一块把它拿掉。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态度，你们一方面说其实尊重委员的提案，那一方面你们自己所提的版本好像又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要把它直接解释得更清楚，也就是包括这个特任的部分应该把它做一个排除的动作，然后呢在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检任的也应该要有这个原额的限制。那这个跟委员的修法又不一样啊，你一方面说尊重委员，那一方面又提出不同的版本，那到底是怎么样才是你们想要的？在你们的运作当中，在派任的部分能够对外交推动比较顺利的，我相信我们修法是在这个目的嘛，就让你们有全权的力量，还有全权的一个处理态度，在我们的派任或是在处理人事的部分能够到位，让我们的外交处理得更好。那到底是什么才是我们外交部评估之后的一个最终版本？谢谢委员。那个事实上就是我们那个建议就是我们希望的啦哈，那能不能达到我们希望，这个请各位委员再考量或者帮忙。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特任呢是总统职权，所以我们就把它排除掉了啊。我们的建议里面就是把它排除掉，所以特任要几位都是总统决定。那检任呢，我们建议10%，是因为过去啊几十年来啊，其实由外单位没有外领人员资格的人来担任馆长的人并不多，最多的时候只有4位，我刚刚也都一直报告。所以我们说10%其实就是9位啦，所以从外部利用检任这样的一个程序进到我们外交体系的，到目前为止，目前我们以目前有几位？一位。所以那过去呢？过去这几年来呢？就是我就是说，过去几十年来最多的时候只有4位，最多4位。对，那今年以现在是1位，现在只有1位，所以是很够用的。所以依照这样的一个原额限制，你们认为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对，不会造成彼此，我们就可以，我们在有排挤，就是说我们要运用好的人才进到我们的外交体系，变成我们在原额被受限而没有办法去派任，是目前没有这个状况发生，因为我们最多，所以我们就把特任的部分把它排除掉，然后把它很清楚的一个做一个解释，过去有可能我们就是自我解释嘛。可能我们在特任的部分，其实目前我们特任派了几位？目前有4位哈。特任10位，特任10位，但是非外领人员的有4位。非外领人员是4位，然后特任有10位嘛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在特任大使，希望是说，在我们的一个外交的弹性，尤其现在新南向政策，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能够让更了解、熟悉很多不同国家，尤其这18个国家，他如果熟稔他们的一个彼此关系，他更能够去推动我们的新南向政策。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特任大使当中有更宽广的一个范围跟任用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切开，这样子的话，在你们后续的一个外交的推动当中，可能是会比较没有问题。对，我们是其实在这个限制原额里面啊，我们只限制到检任的人嘛哈，就是文官嘛，那特任的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你如果18个要派特任的也没有问题，都 OK 嘛，都 OK 啊。好，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把它讲清楚啦，对，讲清楚，过去讲的不清不楚嘛，
过去没有特任、常任代表，然后或是我们检任人员，反正好像就是在这个员额限制里面。然后呢，支持的人用支持的解释，不支持的人用不支持的解释，然后自己解释一通嘛。对。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定得更清楚，把特任大使跟我们的这个特任代表的部分，把它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确认，然后在检任的部分就用原额，然后让他很清楚的界定开来。对对对，好，这样子，这是你们的态度嘛？是不是？是这样，是这样，对。要讲清楚啦，否则我们看到你们的说帖，对，我们的建议啊，有两种版本呢。一方面是说，同意委员的提案；一方面你们又有一套的一个，我们尊重委员提案。对啊，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又有你们自己的态度。那到底我是要尊重委员提案，还是要尊重外交部？我们是尊重委员提案权，但是呢，事实上我们是这个建议是很清楚的，把特任排除了。那以前因为没有提到特任，所以会有这种误解啦。其实特任一直都是总统之前，把它解释清楚也好了哈。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要正式台日海洋对话，我们期待这个海洋对话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我们这一次海洋对话呢，有三个议题，一个就是渔业合作，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海上急难救助，再来就是海洋的科学研究。那很显然，当然大家会比较关注到这个渔业合作方面了。那因为现在还在谈，所以我也没办法说结论是怎样。可是呢，当然我方的期望是对渔民的这个渔捕权利啊，能够做最大的这个保障。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期待。对对对对，我们的目标啊。渔民大家很辛苦，每一次出去对自己的渔权暧昧不明，常常会因为不了解自己的界限。自己的范围在哪里，而误触了整个渔权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渔业合作是我们一定要为我们渔民努力去争取的。那么这个部分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大家有很多的期待，乐观吗？对于这一个渔业合作的部分，乐观吗？目前你们得到的讯息乐观吗？我想每一个谈判都是给以拿给或者要给嘛，要拿，要给嘛。当然了、啊，当然了、啊，这才是合作谈判嘛。谈判嘛，哈。那当然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了，来争取这个渔民的权益了。我们希望这是我们台日的第一步，海洋对话的第一步。Yeah. 我们应该让渔民，让我们所有的渔权更清楚的一个表现，好，展现出来我们的态度。这是我们。小英政府应该有为的地方，会尽全力。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印尼扣押了这个我们的屏东琉球籍的渔船日莲才16号、嗯，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掌控到什么样的讯息？这个是扣留了，但是呢，他船员船长都自由，可以自由活动。是我们现在有、有在一直协助有掌控所有的讯息吗？我们代表处一直在。跟对方在进洽哈，能够早日的释放、所以目前人员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问题，人员没有问题。现在跟对方在做一个了解，这是官方嘛？对，交涉，对对对。好，这是官方嘛？交涉，这是我们政府跟政府之间的交涉。对，我们透过代表处在跟对方政府来交涉。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掌控所有的讯息，是，而且我们要随时通报，是的，让我们台湾人民知道说，到底现在。对于这一次的整个所谓被扣押的这个部分，我们协助到什么程度？是啊，好，资讯一定要很公开。是的，是的。好，不要说我们讲的，然后每一次都说啊，那个是我们私底下谈的，这个不能公开。我觉得不要这个样子。不会了。政府对政府，我们就把它公开。是是，有结果，我们一定会向社会大众报告。好，市长，这个麻烦一下哈，谢谢，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周晨秀霞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有请侯次长。侯次长，请。委员长。次长好。市长，首先我先针对屏东琉球籍渔船日莲
日联财16号10月12日在印尼经济海域遭到印尼海军扣押哈，家属痛批到现在已经2个多礼拜了哈，政府都还没有任何动作。请问次长，他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外管有派人去探视、去关心吗？是是，包委员是有外管有一直积极在处理啊。那这个委员也了解哈、啊，这个有些国家效率是比较慢哈、啊，可是我们代表处非常有耐心的积极在交涉。哎，那当然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到，还没有看到了，但是我们相信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是电话联络还是到他家里去关心探视啊？只是用电话这样联络吗？这里的家里吗？啊，我们代表处是在这个印尼当地啊，有探视过，然后也有积极的跟印尼政府在交涉。那现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协助办法出来了？就要看双方交涉的结果了。所以目前是都还没有，是不是？还没有，还没有。这样我们的效率是不是很低呀、啊？这也不是只有我们啦，因为要跟对方交涉嘛，所以对方政府的回应比较慢，那我们当然会积极的去追啦。哎，嗯，好，希望我们是要积极一点啊，是是，不要多总是事情发生了以后总是这样拖泥带水。我们都很积极的在处理。哎、好，那招索玛利亚。海盗挟持近5年才获释的这个台湾轮机长沈瑞章哦，他终于能够重见天日哈、哦，阔别多年哈、哦，回到阔别多年的台湾哈、哦，他最感谢的是国台办哦，还有海协会以及善心的企业人士哈、哦，但是他却严词批判政府对他们的漠视哈。他说一直寻求政府的帮助，但是政府告诉他们说不能介入了哈，也不能提供帮助，是这样吗？这个恐怕有一点误解了哈。那当然，这个我们对家属的心情我们是很了解，而且事实上我们都有同理心啊。你说一个父亲或者丈夫呢，被在那边这个绑架5年，那这个任何人都会很心痛啊。那只要看到一线曙光，那当然他看到的是大陆的人嘛，因为我们在那边是没有邦交嘛，没有代表处嘛，所以他看到的是对方人，所以他感谢对方，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哈。我们也是因为咱政府都无法多方个帮助，因为我们没有邦交，没有代表处，所以我们的透过这个国际 NGO 或者是这个欧洲的这个海洋无海岸这個、国际组织去协助，那他看不到台湾啊，看不到我们的人啊，所以他会有这个误解，我们也是可以谅解了、欸。但是我们事实上是有做很多，从101年开始，我们积极的在协助啦，其实包括民间也都参与在协助，甚至于大院委员的一个过去前委员的一个助理，他积极每一次这样来来回回也参加了好几次，所以不是没有做。欸、我希望我们的政府的功能、哦、要把它发挥出来啦、哦嗯。其实哦，旗下有很多组织嘛，我们政府旗下有很多组织嘛，像基金会啊，甚至投资事业啊，他们都可以出钱出力。哦，这个部分事在人为啦，只是看大家有没有那个心，哦嗯、有没有那个心要做，要不要做，哦嗯、不要每一次我们国人。遇到什么困难，啊，咱政府吼，拢是走伫咧上后边。不会啦，我们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嗯。所以类似发生这样的情形啦，吼，我们外管吼这个功能如果没有发挥出来哈，我想你们都要检讨一下啦。你若讲功能无当发挥吼，啊，咱这外管的贴贴的就好啊，吼，不要再浪费人民的这些血汗钱，嗯，是不是？如果没有功能，就测一测嘛。是是，这个是。在海外遇到灾难的这一些协助工作，我们目前是不是有检讨？要怎么来做？唔通吼，我们是有一个。干嘛咱政府拢无路用，拢爱去拜托？没有没有，刚才讲这个案子，因为是海盗嘛哈。
海盗这个你如果政府介入的话，他可能第一个会提高赎金啊，因为想我政府在后面嘛。第二个呢，可能会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啊，增加这个绑架的风险，哦，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可以付赎金啊，政府可以给你这个帮你解决啊，所以这个就是国际间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直接介入的，都是透过刚才我提到的像海洋无海盗这种国际组织啊，那即使是欧盟，他们有一个海上这个海盗行为通报中心，他也不直接介入，他们都是透过这些民间的组织，这个压低他这个海盗的这个赎金的要求，这个事实上是国际间的通例。那希望我们外交部在这个方面呢，像国人在国外遇到这样灾难的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做协助，要有一套很好的这个办法出来，然后唔通，好咱的人民的海外发生代志啊，总是都要去向大使馆哦，大陆的大使馆去啊讲讨救兵，安尼咱的外交部吼，会感觉真。那我们有一个海外里外国人急难救助办法，那个上面规范的非常清楚。那刚才提到那个是特例了，因为那个索马利亚我们也没有大使馆嘛，也没有那个人员嘛，所以也许在这种地方哦，那法治比较不彰显的地方啊，会有些权客或者是国人或者台商会找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去协助，这个我们也尊重啦，因为事实上救人第一啦。那但是我们还是有做我们可以做的，我们都在做。好，谢谢。那目前我们有22个邦交国嘛，哈，有117个外馆，一年要花掉95亿元哦，哦，这个经费95亿不是一笔小数目哦。那现在外交部的现在是在调整驻馆，要把资源重新分配嘛，哈，希望把钱花在刀口上，哦，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啊，这个当然是美事一桩啦，哦，我们会非常的支持。但是哦，我们是反对外交人士的部分改为抽佣哦，因为省下来的钱哦会不够这些人挥霍了哦。因为像我们委员段宜康有提过说要把这个全面删除嘛，这个任用的办法哦，我觉得我们是反对的，因为你这个大使、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这个资格限制哦，你一定要限制，有所限制啊。像刚才我们那个一个委员提到哈，就是说这个大使哈，希望也能够由台商来担任啊。他说台商住在那边是好几十年嘛哈，所以如果是台商来担任的话，我想会延伸一些问题出来啊，例如像政商不分或者利益冲突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哈再严谨一点来参与看看这个办法要怎么来定阿伯哈，这一挂迄个制度的问题哈，产生真侪迄个问题出来哈，希望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好好来研议一下，好好考量，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指教。那我们是用人为才啦，也不会说这个随便去找人。制度一定还是要严谨呐，是，好，谢谢。好，下一位，请许淑华委员。麻烦主席邀请次长。侯次长请。谢委员好。次长，今天很多委员针对于段委员的提案哦，提出了很多的看法哈。那当然我们能够理解执政党他当然希望可以给新政府啊，蔡总统更大的一些这个用人的空间哈。那其实就跟上个礼拜我们在召开这个三级机关是不是可以用双轨任用的，其实这个背后的用意其实都是一致的。那我当然看到你们也很负责任的提出了你们自己对于在外交体系上面应该有的一个说法哈。那当然有很多委员说还是要尊重各委员的提案，当然尊重归尊重，我觉得专业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参考。所以我看到您的报告当中呢，特别提到就是您建议啊，把这个文字修正为
其员额外呢，除了特任大使及特任的常任代表之外，不得超过其编制员额的10%哈。我想请教你，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建议？你的考量点是什么？谢谢委员。那个基本上就是因为特任的大使跟常任代表是总统的职权，嗯，所以我们就把它排除。那那个简任呢，就规范在10%之内。那因为这是基于过去经验了，过去我们几十年来，如果10%到现在编制来算是9位嘛，可是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超过5位，最多的一次是4位。那现在只有1位，所以10%事实上是够用的。好，那因为刚刚在台下，我看到我们的同仁哈，特别一直在跟委员做说明哈。我简单问了，就是说现在我们整个的就是就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编制表来看啊哈，特任大使我们跟简任的加起来总共是89位，这是我们的员额编制。那目前呢，派任的是64位，加上常任员额2位，派任1位。副常任4位，派任2位，加上秘书、参事等等，我们的总员额是1148。目前呢，我们有派员的是706位。那我简单讲，我们如果要从10%里面去探讨，要增加20%，或者是50%，或者是全部删除，我不管哈。就说如果按照你所建议的，扣除掉特任的大使跟特任的常务代表之外，10%，那么到底总统的这些派任的权，特任的派任权哈，他可以真正来做派任，总共是多少？这个报委员，这个是没有限制了哈。总统要派特任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限制。也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1148位，好，那他现在总统，他除了他的特任之外，就是有一些的秘书，你按照我们的常规的体系是没有限，那个是文官体制的。文官体系，但是按照你所讲的，总共就是89。加上6位，总共是95位的10%的意思吗？是这样解释吗？那个是限制检任，那特任我们是没有。那总共呢？就是按照你所建议的，你现在你们有提出一个建议？就是、馆长，我们简单讲就是馆长了哈，他是95个嘛。对。那10%就是9位嘛。对。那是限制检任，就是说其他单位，比方说经济部啦，或者侨委会啊，那他有优秀的人要推荐，那就到来当馆长，那最多就是9位，我们是希望这样了。那因为从过去几十年来没有超过9位的，这就是4位嘛。是，好，我想哈，你们也都非常的清楚了解。其实我们文官的体制，我们还是希望哦，就是以常任是为原则啦。那派任还是例外。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官的培养的体系，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希望保有一个稳定性，最主要是行政能够中立啦。如果说我们为了随意的来扩大我们的任用的一个权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我除了刚刚很多委员提到的，会不会压缩到我们整个文官这个升迁的一个空间哈，所以我觉得在扩大这个员额的编制上，我们必须要更加的谨慎。那么，如果蔡总统认为说在整个用人上的不便的话，我觉得应该一方面要从我们现有的文官的培养的体制上来做检讨哈。毕竟我在上个礼拜跟这个三级机关任用也都一样的问题就讲过，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政府花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经费，包括您也提到一个文官的培养的体制，它是必须要经过数十年的。这个我们都希望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历练，让我们国家为才所用嘛。那么如果一昧的我们对外只是寻求人才进到国家的话，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未来全部都拿掉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官的体制，我觉得是有所伤害的哈。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做一些的建议，就是我看到委员提到的，就是当然他觉得这些外交事务官哈，要一些的弹性，必须要有当地的语言跟这个人脉。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都是用空降部队这样来做调整的话，未来他能不能就在我们一个外人能够领导外交部分的体系上面，我觉得是有待商榷的。我也希望次长这个部分呢，能够就你们的专业，真的能够提供给执政党更全面的一个思考。再来，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哦，真的扩大这些，这个不管说是10%，或者是20%，或者整个的拿掉的话，真的会对现在政府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吗？我举个例子，我们新加坡的代表啊，驻新的代表，到现在从新政府上台5个多月了，事实上人才这个驻新的代表一直产生难产哦。如果说
他真的这么新政府的口袋名单 也那么多，这么多的人才可用，今天在现有的法规当下，他不会找不到一个助薪的代表。所以到底呢，我们扩大这个员额的编制，我们到底是为了酬庸院，或者是让新政府来找人才呢？如果说现在的新加坡的这个助薪的代表，现有的规定就是这样啊，这也是总统的职权呐、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人选呐、啊。再扩大范围的话，对他现在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不是吗？对，我们部里面当然也是开放态度了哈。如果有优秀人才，我们都接受来参加我们的外交团队的工作。那至于这个刚委员提到的那些具体的考量啊，事实上做外交不只是语言了哈，语言是其中的要项之一了、嗯，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这个学识方面啦，或者是经验啦，我们都是刚刚提到二三十年才能够培养出来一个专业外交官，嗯，所以这个当然也要纳入考量。是我想、哦、在这边还是希望哦，执政党哦能够自己在考量自己到底我们扩大这个员额的编制是不是真的是只是滥权哦，那么只是让自己有更多用人的空间，那这些的用人会不会为台湾增加更多的国际的发声的管道跟空间，或者只是让外界冠上一个酬庸的用人，我觉得这个是给执政党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就如我刚刚提到的，新加坡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有的法规都找不到了，再扩大有任何帮助吗？哈，所以我希望外交部的立场，你们也能够就能够替这个文官的培养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为他们保留更多的一个空间，为他们来争取跟发声，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指教，谢谢。下一位请游美女委员，那请那个蔡宇委员帮代理哈。主席，还有我们所有的各位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侯次长。请侯次长。委员好。侯次长好哈。今天我们要修这个驻外外交领事人员的任用条例，那这里面呢就牵涉到，就是说我们在103年6月4号修改的时候呢，那在这个第二条呢规定呢，就是说他的员额不可以超过，就是这个大使还有常任代表还有副常任代表的职务呢，因为业务需要调派具有你任驻外机构好所需的经历跟领域专业人才担任的时候，那可以不受第三条第四条的资格的限制，但是他的这个员额呢不可以超过编制的10%。那请问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规定原来在103年这个修改的时候，其实外交部就是政府所送的版本并没有这个员额的限制，那后来把它加进去，那请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修改之后，在实务上的一个运作，在用人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到底是所谓的10%，这个大使、常任代表还有副常任代表，这个是包括特任跟检任，还是说只有检任？从这样的一个就103年修改之后，它的10%到底指的是什么？对，这个那个修正文字啊，是看不出来，是限制特任跟常任，还是说只有常任的哈？那所以这样，我们当然因为要修改嘛，所以我们就建议啊，把这个特任的排除，因为特任是总统的职权嘛，任命特任的官长啊。是总统的职权，所以我们在建议里面，我们是建议把特任排除在10%这个之外。那10%还是规范这个检任的文官。那这里呢，其实就是说，特任的本来就不应该涵盖在里面嘛，因为它属于总统的职权嘛，对，当初文字不清楚了，所以就说就文意上来解，就虽然说文字上写的不清不楚，但是就解释上就职权上来讲的话，他本来特任就不应该在里面嘛，不应该，对不 对, 对？那目前在实务上在运作，你们是把它涵盖在里面，还是没有涵盖在里面？没有，没有。
是没有涵盖在特任还是特任嘛？还是特任还是特任？对对对，所以今天你们的建议等于是说，事实上等于没改嘛，对不对？把文字弄清楚，只是把它弄清楚而已。但这里就会牵涉到了，就是说，好，现在我们在国际的整个一个外交上面，其实 是越来越困难，对不对？那在这种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之下，因为原来我们的外交体系在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以邦交国为主要的训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外交的训练，其实是以参加国际组织跟这种所谓的正式的邦交国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训的思维来训练的。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跟这所谓的邦交国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对其他的国家，其实我们用的是要实质外交。那实质外交其实这里就会它的范围其实是比传统的外交的领域是更广的，因为这里面包括说我们用经贸、用人权、用这个所谓的 NGO、用环保、用等等各个议题，透过这些议题去跟他们做实质的一个交流，然后建立起这些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思维之下，我们这传统的外交官所受的训练是以这种就所谓的古典的这种外交的这样一个思维在做训练的。因此呢，面对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一个困境，我们需要的是非常弹性，而且是要非常广大的领域来的这些的这种建立起这种实质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了，就是说，好，它不是我们正统的这些外交的外交官考进来的这些的人员，其他的他具有公务员的资格，他具有检任的这些的资格，但是他不是在我们的外交体系，他可能是在经济部，他可能是在外贸局，他可能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些的领域里面，那是不是他可以调到我们的来当我们的这外馆的馆长，或是说当我们的这些的常任代表，或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检任的大使？那这里面就牵涉到说那个10%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翻转的概念来看，好，当然就是说，好，刚刚次长讲说，在目前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那当然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古典的传统的外交的思维之下。那其他的，因为它不具备这种所谓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呢，我们这些的其他的单位要调进来其实是有困难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用一个翻转的概念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走出这国际的一个困境，所以这种传统的古典的这种外交的这种思维，因为我们已经你们已经没有办法硬碰硬的，就是说我今天我这外交官我就要见你的外交官，根本是 no way。 所以我们要能够走的就是其他的旁边的这种，不管是说环保啊，对不对，人权啊、民主啊，然后呢这种所谓的外贸啊、经贸啊等等的各种这些的方式，去跟他们建立起实质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才的引进进来，来当我们的这是所谓的大使，或是常任代表，或是这种所谓的副常任代表，是不是就有它的必要？这个委员的论述非常的完整哈，那我也同意哈，但是呢，在这个外交人员养成中啊，不只是古典外交了哈，像我们从1971年以后啊，我们的外交人员的训练其实是多方面的，邦交国、非邦交国等等，都会有历练哈。像我个人就有4次外放，2次是邦交国，2次是无邦交的地方，所以这个养成是很完整的。那不限于外在大使馆在邦交国工作哈，我们在无邦交的地方，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刚才提到这些，不管是人权啦、环保啦、或者是卫生，或者是这个文化等等这一个议题。那当然，其他部会也有这一方面的人才，但是很可能就只限于一个，比方说环保署，他可能就对环保专业，但是他对人权啦、卫生啦、什么文化啦，或者是教育啊，他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限制啊，事实上对特任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如果是总统任命特任官来，要任命几位，我们都没有意见了。那请问特任跟常任啊，或特任跟检任有什么样的差别？除了是总统任命的以外，特任就可以不是文官体系里面的官员，那检任的话就是文官体系。所以刚刚提到，如果各部会的很可能都是文官体系里面的官员，那他的这个养成呢，就不一定是外交专业，那会有问题。所以过去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说最多的时候19位里面有15位是非文官体系、非外联人员，哦，那个是15位，但是真正的检任的只有4位，那就是过去因为历任政府不是只有一个政府，历任政府最多也是这样而已，所以那是有他的考量的。但事实上，我们在整个外交体系里面，其实政科外交体系这个毕业的，其实也是有限。其实有很多其实是语文的，
语文，对不对？他们因为语文，然后他去考外交考试、外交特考，然后进来的。外语只是其中之一。对，所以在这里就是您刚刚讲的是说，哎，其他的部门因为没有受到这些外交的这些的训练，可是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其实他也是因为他学了那国的语言，所以呢，他去准备外交特考考进来，所以呢，他也不见得是在这样的一个哦，这个整个一个大学教育甚至研究所教育这种所谓的外交这个正规的体系里面受训出来的嘛，所以这里面一样啊。我刚刚语言其实只是条件之一啦，我们这个外交特稿里面科目很多哈，包括国际官法、经济学、国际现实、还有现代史，反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要懂了哈，所以外交人员是一个通才教育了哈，但是你在历练当中你可以专精某一方面的知识哦，或者历练，像有些我们派到这个 WTO 的，他就变成经贸方面的人才，可是他是外交人员，那比方说。假如以后我们有可以派到 WHO， 他有可能在专业在工位方面也有专业，哦，所以外交人也是在二三十年这个历练当中啊，什么都会涉猎到。那如果说我们从公务体系去找人，可能你找到的就是一项专业而已，包括当然外语更不用说了，外语也是要几十年这样培养下来才能够用的啦。好，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因为事实上，我想就是说其他的领域的人员不见得他就只有一项专业了，哦，那当然这里就说好，今天如果说好他有这样的一个他这个很适合来进来这个外交体系，甚至来当我们的外馆的馆长，哦，那这样的人的话，我想我们不应该把那个管道封死嘛，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了就是说好这个所谓的10%到底要不要放宽的问题嘛，哦，那当然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这个在逐条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讨论。谢谢委员，那个10%只限制到检任了，哦，特任的话总要任命多少来当馆长，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特任的他的待遇跟这个所谓的任期，这个都不一样嘛，对不对？特任就是随政府进退啦，然后他的薪资当然就是会比检任的高，那但是没有考绩，因为做好就继续做，做不好就下台。嗯哼 ，OK， 好，谢谢。那检任的就有保障了。嗯哼，好，谢谢。好，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赖世宝委员。好，主席，各位先请一下次长吗？好，次长请。赖委员好。次长，请问一下啊。这个原来10%最 update 的上一次什么时候通过的？实施10%到现在多久时间？103年6月公布嘛。103年嘛，哈。对。那等于有两年多的时间。两年多，两年多而已。是不是实施到现在为止，10%够不够用？够。你们现在只用一个嘛？对，现在只有一个。还有9个嘛？哈，各位不要小看这个9个。感觉上这9个人不多，可是对照原来执政党要推动的3级机关，要3级机关大概就署长之类的啦，署长或者有些局长吧，局长不太可能，署长之类的，要等于是全面的哈，或者是不排斥政务官来任用，就是不要任用资格，比如说赋税署，啊。这里面当然大家就会这样想了，哦，你什么地方不配合啊？我赋税署变成一个政治任命，啊，专门去查税了。营建署，哎，专门跟民间呢，啊，一起搞利益的，我们就开发好一点叫开发，不好一点就是去搞这利益啊什么之类的哈，还有政治任命，就是在我们的内政这一部分呢，啊，大内政的这一部分呢，啊，这样的人大概。有人讲60几个，有人讲80几个，不管怎么样，60到80之间。啊，现在要把老金要动到我们的外交体系了，所以这个10%不够，全部放宽。全部放宽的意思啊，如果你说9个人乘以10倍嘛，哈，全部放宽那就是90个啦，90个啦，对不对？就换一句话说，光这一条所放宽的人，就比我们3级机关那放宽的比大内政里面呢，啊。里面60到80个人就差不多一样了，这个东西只是铺露了一个心态嘛，就觉得现在官位不够分了，
现在官位不够分了，多创造几个官位来啊，我要塞自己人了。我们有人提到啊，讲个难听一点，就两个字嘛，要愁庸嘛。你当然可以讲说我到处人才不够啊，我这样子我用人的宽度可以大一点啊等等的啊。我们看现实是什么，我给你天不胜你都还没用完，你说如果用完了好，我们再来讲。他又不是哎、欸，他放宽不是天不胜的，不是这样子哎、欸，我们是全部放宽的，全部放宽就90个人可以政治任命了、喔。那标准是什么？你当然可以说哇，他在当场的侨基地关系很好了等等的，嗯，那我们也可以不可以？我们合理去把它质疑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利益输送啊？选举的时候我钱赚多一点，选完之后我就是特任官了。我不是特任官的特任官，就是我不要任期，我不要一些资格，我可以来担任外交的工作。我想现在江山是民进党在执政了，他人爱怎么用，基本上来讲我们大概就嘴巴讲讲，也没办法去阻止怎么样。可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不管三级机关也好，不管这个也好，文官体系的升迁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的文官都是稳定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它一个很重要的稳定的力量，结果你现在把文官的升迁的制度掐死了，这是危害国家的稳定，危害国家的发展，莫甚于此啊！我们看到到处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执政党就觉得位置不够分，我这里要多分一点，那里要多分一点，就这样子啊，难过的在这里啊。今天不管你怎么讲，说天不胜已经够用了，就是换一句话说，用白话文讲，这个根本没有修法必要了。你硬要修，放宽20%，老实讲也就可以。当然最后怎么样，尊重司法委员会的他们的要共同决定了哦。说不定未来就是弄一弄，5天做10什么，是要5天做5，哎、变成说。这个20%或者30%，这个是可能。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现实的状况是10% 是够用的。要修，我们也没有意见。我把意见让大家社会大众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清楚，就是这样子，无处不愁庸啊！真的令人感叹呀、啊！哎，真的啊，这是一个民主政党要推动的吗？把文官的制度破坏殆尽，追杀到底，就文官的都不要了，完全就以后就是政治任命，那干脆以后就整个拿掉，就不要文官体系嘛，通通只要是科长以上的，干脆够干熊的，科长以上的通通政治任命就好了嘛，通通机要就好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公务体系可以全部改掉，我们的全序那一套全部弄掉哈。所以 anyway， 我想我是很。语重心长讲这些的，次长你要不要回应一下？你觉得要不要这个限制比较好，还是整个都拿掉也没有关系？我讲老半天，不要说热人添冷屁股啊，你们也赞成全部拿掉啊？这个谢谢委员指教哈。那当然，外交部的立场在我们这个书面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有一个有对检任文官有一个限制了哈，有一个上限。那特任的当然是没意见了哈，特任本来就没意见了，就是总统要聘几个人，他聘就聘了、啊，没有人意见，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希望有一个上限。我们是看到是辛苦那个按照文官体制上来的那些人，但上限多少这个是可以讨论了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外交部也需要其他部会，像经济部来讲啊，国贸局局长也好几位都曾经到这个外交体系来啊，所以这一方面也是确实是有需要，但是。多少？这个是大家可以再讨论的。好，新加坡的人选什么时候可以搞定？这个作业中了，而且、這個、人选已经有了吗？这个是总统的职权。我知道人选有了吗？我也不能。你不要告诉我们什么人，但有了吧？现在、作业当中了吗？应该有，应该有了嘛？哈。对。所以大概2个礼拜以内可以搞定了。哦，我不知道这个时程了哈。那当然应该可以预期了。嗯。也是出生于政界的人。没有，不是啊，专业的外交人员，对不对？这个我也不能多讲了哈，这个这不会是你吧？请委员期待。啊、你看你很暧昧的样子啊，请委员期待。是不是问到你性感处啊？这是你啊？不会吧？对的，不是，绝对不是。你不用那么高兴了、啊，这个。
梵蒂冈情况怎么样？哎，还可以啦，因为我们都有掌握了，就是说他们年底以前不会断交了哈。他不会跟老公建交吧？年底以前不会，不会，确定？我觉得不会，绝对不会哈。我觉得不会，大家绝对不会，还是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不一样哦，他怎样？我以为你是打包票，绝对不会。这是我的了解，那我们就把它弄下来啊。这是我的了解啊，你的了解情况是还，当然你了解是有可以掌握的了哈。那刚才你已经回答其他委员在问了，我们的国际刑警组织确定没办法去吗？没有说绝对不能去了哈。那用什么方式参加了？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对，就是说你当然用派官方代表团是不可能嘛。我们过去用什么去？过去我们也当都是用这个跟其他国家这样参加他们的这个。没有官方的啦，但是用其他名义会这样你满意吗？啊，这样子你满意吗？当然不满意，所以我们会积极争取啊。那也还没有要争取加入哦，还没有。我想国际空间哦，能够加入哦，没有人管他什么名称了。对对啊，加入是硬道理啦，是其他都提示了，是好不好？是，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请周嘉宾委员。主席、与会的先进、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工作伙伴，还有媒体经理女士先生，大家午安。那么有请次长。侯次长请。中文好，次长请教一下，今天你来担任报告这个法案，是不是领事事务是您次长所督导的业务？我们这个是主任秘书在处理。OK， 那你领事事务你熟悉吗？还可以啦。好，那请教一下哈，我这边马上很快的跟您请教几个问题哈。目前拘留台湾的外国人、外国籍人士啊，那这几年来持续的在成长，当中呢有一些是属于违法或违期停留拘留的哈。那我们看一下，从我这边手上拿到移民署的资料，历年来查处啊违法的外来人口当中，大概有这个曲线图。好，查处的外来人口当中啊，有这些哈，有这些国家啦哈。包括越南、印尼、大陆地区、菲律宾，那我们看那个曲线图哈，大概，怎么回事？怎么跳来跳去？谁在操作？好，这个哈，好，目前已经到达3万多人了哈。那么在94年呢，我们发现有一个明显的下降。94年做了什么事情？外交部在核发签证的时候，给外来人口的时候，我就直接讲了啦，因为时间宝贵哈。我是想说，你的人事事务很熟啊。在94年，我们实施了、那么所谓的外籍配偶外配的入境面谈制度。所以呢，因为过去啊，我们发现好像有这样的情况，移民署发现有很多非法拘留的外来人口。因此呢，我们在外交部这边开始在外馆实施了面谈，很明显的看到呢，这个数字又降下来了。但这几年又开始又升高了，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外馆在面谈的过程当中把关不严呢，还是什么情况影响的？应该是越来越多人来申请吧，那所以比例上当然就增加了。就是你认为这跟我们前面的面谈审查严谨宽松没有关系，是因为越来越多人申请自然造成的成长？应该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从这些按照国别看到这些呢，越南、印尼是大宗啦，对不对？它占来这些外来逾期清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同样的时期呢，我们看到了，是不是谁在操作啊？对不起哈，因为我一直看着你们，抱歉哈。好，那通常在外来人口违法拘留的是以外劳为大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啦。外来人口违法停留的呢，以越南、印尼为主；外劳呢，又以越南、印尼为主。好，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这是外劳最多嘛哈。那再来呢，外籍劳工呢，最多的是印尼跟越南。所以我从这几个图要合理的推论是说，近年来在国内的违法停留的外国人士，可能是因为这个移工的关系，来自外劳的国家越多的地方，它越可能产生逾期停留的情况。你同不同意这样的推论？是啊，它人口这个分母多嘛，所以分母大，所以它就人口就会多一点。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在同一时期呢，台湾的所谓外籍配偶呢，也看到这个比例，其中呢，越南是一枝独秀啊。目前我们外配有将近17万人，越南就占了95000人。而其中呢，由他们产生的下一代的新台湾之子呢，目前全国有20万人，
其中也是以越南母亲是越南籍的为最多。好，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请教一个问题了哈。目前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啊，就是说台湾跟其他国家，尤其新南向政策，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交流呢，越南会是一个重点国家，而我们非常强调人才的交流，有越来越多，因为他有嫁来越南嫁来台湾的越南越南人。也有呢，新台湾只是越南籍的，所以相对的越南有很多学生，因为台湾的大学去招生，他们要入境，但是在我们领事单位呢，都受到非常严厉的面谈，而造成他们入境签证许可不易。我请教一下，如果在台湾主要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是以劳工为多，外籍劳工为多，而印尼、越南也是因为劳工主要输入的国家，基本上跟他们的学生没有关系嘛。所以我们领务局啊，领务单位在前线做面谈防堵的，应该是针对劳工的部分，而不是针对学生的部分吧？不，次长，您的看法呢？每一个这个人别啊，都有他的问题了哈。刚刚我也提到一些是移工，一个是这个新娘哈，这两个当然我们就不谈了。那学生方面呢、啊，事实上我们是有特殊处理的，就是说。会比较忧郁哈，比较礼遇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了。但是情况是因为他们有些文件呐、啊，或者毕业的文件，好，都是假证件，所以会造成那个。我了解外交部当然一直是这样讲，但我们看一下哈，相较于新加坡、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他们在入境审查不会比我们宽松。他们对于学生的入学许可呢，我把这些条件列出来了。台湾呢是最多要求的，特殊要求包括说要健康检查表，视个案要求保证人。这些都是台湾呢，特别还跟有别于新加坡、日本、韩国的，所以我是觉得外交部这边你们要视情况，实务性来检讨。我们来看下一个，在韩国的学生签证当中，他很清楚的用分级管理。如果你学校发给的入学许可的学校，你学校发出入学许可来的学生当中，逾期居留的不到1%的，他只需要最上面那两栏文字、那两栏文件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是获得认证的大学，除了逾期居留比较频繁的国家之外，你只需要再备这两个文件，四种文件，其他的大学呢才会要求比较多。我请问一下教育那个外交部，你们目前对于要持入学许可来台湾进行留学的签证核发，有没有这样的分级管理制度？其实这个外籍生啊要到台湾来留学，主要是大学他们去招生，没错。那他们要求的文件每一个学校也不太一样，是。但是呢。外交部有没有做一个统一的规定？有办签证的时候，当然要有入学许可嘛。第二个要他在越南的这个毕业证书啦，或者是学历证件，那就是在。市长，我只是问你说，你们有没有类似像韩国这样的按照分级来管理，还是一律都是从严审查？有没有依照他入学许可核发的学校来分别的来看待？有没有说那些学生呢，特别很多假留学真打工的，你特别严格？至于那些很规矩的，你就让他同意放行，有没有？我们外管应该没有办法辨别哪一个是好。那为什么韩国他就是这样子把它列出来？你学校过去发给入学许可的，我们可以从后端的资料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做自行管理。我们来看下一个，韩国他跟日本不一样，韩国跟台湾都一样进入了高龄化社会，日本还是严格的在管制移民，但是韩国呢，他甚至修改国籍法，在2010年开始修改国籍法，同意双重国籍之后。韩国在2010年之前之后，移民所占国家人口比例从1.1%成长为2%，这是一个有移民政策概念的国家，这是一个有人口政策概念的国家，这是一个用人口政策跟移民政策来指导我们，包括核发签证或入学许可的一个国家。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今天呢，我希望教育部底下好好的听着哈，教育部他来定定怎么样来台就学的办法，教育部来管，你们外交部不用插手，外交部就根据教育部的这个规则呢来核发签证。移民署后续来追踪，看有没有所谓的假留学真打工，然后呢，我们用分级管理的方式来管控、修正前方的签证的核发的程序。再下一章，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外交部啊，能够跟教育部啊，甚至跟内政部移民署有一个平台。我上次跟内政部也咨询过了，希望你们透过这个平台，透过资讯的交流，透过前方跟后方、前线跟后方的资讯的管控，来好好的做好入境的审查把关，不是一味的从严审查、逐一啊面谈。再看下一章。所以呢，如果外交部用正面表列，移民署呢说哪些不适合，外交部哪些要进来，你们外交部领事处就来执行。请问次长，可不可以往这方向来研究、考虑、办理？非常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一个也是这个外交
驻馆啦、啊，这个面谈的一个转型，那其实精神就一样的啊，就是说要这个分内外来管理了。那是不是市长您可以就负责这个签证部分？那其他像这个人北啦，或者是非法打工啊，这个是内政部移民署的业务，所以我们现在是朝这个方向在。好，那你有没有具体做法，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提给本委员会来了解你们做什么的改革？一个承诺嘛，具体时程我是宽松一点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你，因为新南向大家政府都知道政府很急，让中央看一看，中央的院长总统看一看你们在新南向上的积极度如何，你们多久之内可以提出一个对应的改革方案？现在我们领务局啊是在跟内政部移民署那边在沟通了哈，那所以这个时程应该是移民署那边才知道多久可以所以你是说要我去问内政部长喽？配套。把配套措施大约要多久出来？我没办法替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外交部的立场是开放的，是就是说可以简化这个面谈机制的，包括留学生。那你们可以三个月内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向本委说明你们打算做的方向。不管内政部怎么做，你们有打算怎么做，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们三个月后几个月就是报告进度，但是不好，可以报告进度，至少让我们了解进度，好不好？是、啊。好，谢谢。谢谢。好，下一位，请林外交委员。主席，请侯次长。侯次长，请。委员好。哎，次长你好，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讨论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的相关的修正条文哈。这个时机来修订这个条文哦，主要我在判断了，主要用意就是第一个哦，就是对我们现有的外交人员过去的表现哦不满意，哦，有一点打脸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专业的外交人员任用的这些。外管的大使也好，代表哦，副代表也好，表现不令人满意啊，所以要修改这个条文，改变成可以扩大其他的任用方式，然后来取代原来的大部分专业的外交人员啊，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就是可能跟南向政策有关的，因为新政府上来，希望在南向政策有所发挥，那也可能啊，我判断说，哎，南向政策的人才不足，是不是这样子？你的评论是怎么样？这个时机修订这样的法令？我对委员提案没有评论了啊，因为这是他的选择嘛。好，但是对于、这个、你支持吗？这个案子啊，我们有建议，就是说。只有排除这个特任的大使或者常任代表，那对检任的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上限啦。好，那个我想请教你了，那个外交当然也不是我的专长哈，在大使跟代表、副代表这一个层级了哈，可以特任官嘛哈，用特任来任用，大使跟常任代表，常任代副代表不行。副代表不包括在内。哦，所以。大使跟常任代表，对。那目前来讲，用特任任用的大使跟常任代表占的比例是多少？我们是有十位啦。十位，所以其实并没有很多哈。总共的大使跟常任代表总共多少席次？56。我们编制上有95位。95位啊，好，不包含副代表啦，好，不包含。好，90几位其实。特任只有10几位，目前是这样。现在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全部特任哦。依法来讲 是可以全部特任啊、哦。一直都没有历任来，你在外交部这么久，最多的时候这样总统这样特任的啊、哦，15位而已、最多也是这样，所以占的比例是一定的哈、哦，没有超过一个范围啊哈。主要是人才的关系啦，你要特任他也要有这个能力。那现在其实重点，这一次修法的重点不是特任的这一部分啦，因为特任本来他就可以全部来特任也可以啊，
那现在主要是检任官，其他部会非专业外交领域的其他检任官要来，啊、哦，常务任用，主要是在修改这一部分呢、啊。所以看起来是希望用其他部会的人才，让他的比例可以增加，然后要进到这个外交体系，这样子的修法的一个方向，你觉得对将来对我们的外交，对台湾整体的外交政策是有帮助的吗？外交部立场是开放的哈，就是说其实各领域都有专业人才啦，那能够到外交部或者到外交领域来服务，我们也是欢迎。那当然，这个因为外交专业的培育啊，要二三十年哈。是。那所以这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一份工作。所以其他部会的检任官，用常务任用这样子的放宽这样子的比例来担任代表，或是副代表，或是大使，这样子的方式把它打开，跟现在的制度。由大部分的外交体系的人来担任这三种职务，这样子的改变到底是你以你专业的外交老兵哦，你是会有帮助吗？我不了解了。有其他领域的人进到这个体系，放宽让他们可以进到这个体系。其实刚刚有其他委员有讲说啊。让外面的啊没有资格的人来任用，其实没有文官资格的人，如果总统要特任官来任用是都可以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制度在历任的总统都没有打破太大的这个比例，啊，你说最多才15位而已嘛，所以那一部分其实还好啦，不用太担心。现在是说其他部会的检任文官流动到我们。外交部这么高阶的位置，这样子跟原来的制度由外交体系经过像你20几年之后，我有听到大概要担任到那样的职位，大概要25年的培训历练，由这一些人来，有25年历练培训的这些人来担任比较好呢，还是由其他部会的人检任文官来转过来担任这个职位比较好，这个很不容易理解，你知道吗？如果说25年的经历还有培训跟专业比不上其他检任官转过来，这个很难说服民众，也很难说服我，还是说你们的人不足？哦，这个也有可能，因为我90几个位置，这个培训来不及，或人才不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就要来检讨说，外交体系培训人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培训不出90几位好的这些高级检任文官来担任我们的大使也好，代表、副代表？这个是你们培训来不及，是不是？还是你们没有这样的好人才？外交部现在其实是有包容性了哈，就是说我们在某一些领域也需要其他部会的这个专业人才啊，来协助一起推动外交。所以过去其实像以经济部为例啊，有国贸局的局长或者甚至司长都到外交体系来，然后担任馆长，这个也蛮多的，好几位。哦，所以我们是没有排斥说其他的部会的专业人员来协助我们推动外交。比如刚才也提到，如果说我们哪一天在 WHO 有设代表处或者常任代表团，那我们也欢迎卫生署卫福部了这一方面的专业人才来领导嘛。那所以这个我们所以会要希望他有一个上限，就是说让我们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有一个理想性嘛，对不对？我哪一天我可以去领导我们其他的外交团？好，我再请教你，过去哦也有嘛，现在本来就有10%好的员额可以让其他文官体系的部会可以转任，他们的表现如何？以过去你了解的，不整体啦，我们不针对某个人啦。对，一般来讲都是称职的啦。称职的哈、哦嗯，我倒觉得是这样子的哦，就是说。外交专业啊，这个是相当专门的一部分呢、啊。
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每个国家会面临的各种问题跟每个时机点有时候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讲 WHO 或是要最近可能有什么重大的国际参与的机会，那在某一个国家可能要特别借重那样的人才，我觉得这个倒是部会协调的问题，倒不一定说因为要参加 WHO， 我们把外管的最重要的位置就让给有卫福专门的这个专长的人，而应该反而是说由外交专长的人领头协调部会去完成任务，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不是吗？都可以啦。所以我觉得啦，你的就外交专业的价值啊，你要更能够向委员说明，然后要有你们的立场，否则会打脸到自己。那你过去，你如果都可以通通开放，那过去外交人员这个二十几年的这个功夫啊、训练啊、专业啊，那是一种否定哎。我们今天事实上就希望说服委员嘛，就是说特任的我们是不去管，因为那是总统职权，所以要任命多少都可以。但是检任的还是要有一个上限，让同仁都可以有这个一个目标嘛。有一个好，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请蔡宜瑜委员。我们等今天上午的会议，我们一直到那个法条处理完毕为止哈。有请侯次长。侯次长，请。委员好。次长好。次长，我们今天一整天上午在问这个，都在询问你关于这个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的一个修正草案。那关于第二项所规定的，就是说，目前我们的大使、常任代表跟副代表，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把这个原额不得超过编制原额的10%，我们把这一条拿掉。那就我看外交部的意见是，他希望把文字再修正为，除特任大使及特任常任代表外，不得超过编制10%。我想请次长再说明这样的一个修正，这样的一个修正到底有怎样的差异啊？好，报委员，这个原来的文字啊，会让人以为啊，这个百分之十呢，会限制到特任的大使跟常任代表，还有检任的人员。那现在我们这样加进这两个职务之后啊，很清楚的，就是说，总统任命特任这个大使或者常任代表不受限制，就不会在这个那这个百分之十呢，只限制到这个文官体系出来的这个专业人员，就是检任官呐、啊。那因为一般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大使啊都是检任官，对，但是外交部的总员额限制还是不会变的嘛？对，不变。对，它的总员额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是大使，那我们现在只是说，在这个总员额的这一个天花板下面，我们把所谓的一个特任人员或是总统的一个任命的一个人员，不会受到10%的一个限制。那如果在于外交，我们这样的一个总员额不变的情况之下，增加这个文字有它实质上的意义吗？还是事实上是没有差异的？当然，你如果从那个驻外机构组织法去看哈，那总统他有权责任命特任的大使或者常任代表，是包括95位啊，他都可以理论上可以、啊、总员额就是95嘛，对对，所以在这个95，我们只要没有超过这个95，一旦有这个任命空间，总统就是可以去任命不具这个任用资格的政务官来担任大使或者是代表，是这样的没有错吧？对，哦，那如果这样有任用限制的人，有任务限制之外的一个空间超过10%的话，这部分我们就希望把这个10%的这一个限制把它拿掉，让总统更有弹性。我这样讲也没错吧？这个可能我要再解释一下。那次长来解释，就是说特任的总统任命的都是他的任命特任的话都不影响，
那只有说，就是说，如果要从这个文官体系去找人的话，我们希望最多10%，就是9位，就是9位啊，检任文官啦。那总统如果任命特任的，比方说他任命一位企业家去，那就没有不受限制。可是他如果找，比方说经济部的一个司长啦、啊、或者局长啊，那就要会受到这个10%的限制。所以你这个不要超过九，所以你们现在修正动议的这个10%的限制，反而是限制到了公务人员、检任人员、检任的公，因为、哎、对，因为外交领域啊，是经过外交特考，然后培育20-30年，才有资格来担任馆长。那如果说从其他单位，所以找一位呢，他没有经过这个外交这个历练啊，或者是考试的，这对外交人员来讲也是不公平啦。老实讲，对不对？他经历了20-30年，然后结果这个另外一个单位的司长就来当检任大使，这个对外交人员来讲，对不对？也是不公平嘛。我可以了解次长的讲法，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他是一个检任的一个文官，那他在这部分的专业是够的，那让他到了我们的担任大使或代表，这个也无妨啊。比较特殊的单位啊，其实就是国贸局啦，哈。是国贸局，因为他也是经常会派驻外国嘛。对。所以他在这过程当中也有这个驻外的历练。对。然后又有商这个贸易的专长，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来，国贸局长或者司长啊，贸易那、这个商业司长出来当外馆馆长的也有，我想象上也是蛮适合的嘛，因为他都在处理国贸事业，对，这样的话也是适合的。对，没关系，因为我想我们等一下这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进入法条的讨论。假设如果说你找个内政部的什么司长，土地司长，你要任命他做这个大使，就有一点。所以次长，你还是站在专业性啊，对，你还是站在专业性的考量。那我想这部分我们总统在任命的时候一定会。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人员，一定是会站在专业的考量，我想这部分是毋庸置疑的。是。那第二个，我想要问一下次长哈，因为我们现在外交部跟农委会都有针对，我看前年2014年的时候，我们有针对17国就，这个粮食，也就是公粮的部分，有做援外，哦，有援外的17个国家、嗯，那你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挑选、怎么产生的？这个外交部部分啦，哈，我们大概都会针对邦交国，比方说它发生天然灾害，应该不止邦交国吧？我知道，就我知道，包括柬埔寨也有。我说明一下，就是说在外交部部分啦，我们主动的啦，会针对比方说邦交国发生地震啦、啊、海啸啊什么这一些，那有粮食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的去援助。是。那另外也接受像 NGO 团体。他们像比方说慈济啦，慈济嘛，或者是展望会啦，市展会，他们如果在其他世界各地发现这个国家有需要，他们会来提出申请，那向农委会申请了，那农委会如果同意之后啊，也会透过外交部来处理这个运送、分配的、发送的事宜，所以我们是有合作，那这个其实主导权还是在农委会啦，主导权在农委会嘛，哈，那。我要提醒一件事啦，因为当然这个跟外交部就没有关，它发生在农委会，就是我们过去曾经发生我们援外的这个稻米，这样的一个稻米，结果后来被说，这个品质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就外交部还是要跟农委会要跟他们盯清楚，这部分有会损到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也有处理，就是请。这个在烟熏过程啊，对，就是说我不希望说，我们这样去援外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变成让很多粮商他有上下其手的一个空间，啊，这部分我们外交部跟农委会应该好好来督促这个业务。了解，是，谢谢。那第三个，我要再跟市长来再叮咛一下，目前中国在国际上处处打压我们的空间，就我的认知，在520前，他们已经不断的在打压了。包括说我们在参加这个经合会，就是 OECD， 在今年4月的时候，基本上因为他在比利时所办的这个国际钢铁组织，中国就打压不让我们参与了，是有这回事吗？有，
所以就次长你的了解，中国的打压并不是因为520，也就是我们蔡政府上台后他才开始打压，在520前他就不断的打压，没错吧？几十年来都一直在打压，几十年来的打压没有中断过。嗯，没有中断。包括我们要援助给尼泊尔的赈灾，也没办法援助，这是不是很讽刺？对啊，这个人道实在是不应该涉入政治了。哎，当然这个他就是要打压，所以我们也很辛苦啊。就每一次要找这个适当的管道，把我们要的援助送进去。是，所以我们希望外交部要再加油。哦，我们在国际要找空间，但是我们希望要澄清一件事：中国打压台湾，并不是台湾政权的更换，他们就加强他们的力道。事实上，他们是一路来就是这样打压，没错吧？我们每天面对这种情势了，哎，都要继续努力。好，谢谢。啊，谢谢委员。下一位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下一位请徐玉仁委员。好，请下那个侯次长。侯次长请。徐委员好。哎，次长早。请问一下，现在我还是比较关心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国家在参与一些国际组织现在的近况啦，所以想说在这边跟你来 update 一下目前我们得知最新的状况是什么。这个27、28号齁，这个李大伟部长表示能不能够参与11月的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大会，目前的研判情势是不太乐观，是不是？那就你所知，这个东西目前我们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新的 update？ 也是还是一样啦，就是不容乐观啦。那当然我们继续努力啊，希望透过这个友好国家，还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协助。对，那因为就是说从今年开始，我们一直有一些这个司法互助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在第三地这个电信诈欺案，然后在肯亚发生这些状况，然后中国来介入这样子。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参与到国际刑警组织嘛。那这个部分依你就是说外交部专业的判断，如果说这个情形继续的持续下去，那它可能潜在的影响会是在什么样的地方？那我们国人在外面遭遇困难哈，或者司法上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如果有外管的地方会积极的派人去处理哈，协助。那没有外管的地方，有些就是从邻近的管处啊，像用他辖区的观念啊，请这个不管是馆长也好，或者是秘书也好，去协助处理。那当然这个有他的限制了哈，因为没有邦交，然后我也没有长久住在那里，所以我们通常会找，比方刚才很多人提到，有时候是侨胞，那有时候是找律师来做协助。那就 Interpol 这件事情的关键还是中国的阻挠吗？那外交部有尽了些哪些努力？目前我们当然只能找这些友好国家跟理念相近的，像美国、日本啦，来协助啦。那因为他能要不要邀我们参加，是12个委员，会员国啊的决定嘛，他们通常是共识决啦。那因为中国是委员嘛，俄罗斯是委员嘛，所以这个这一方面来讲，那看起来现在我们是没有被列入邀请名单当中嘛？还没有。OK， 那就是说哈，这样你觉得啊？那比如说 APEC， 你觉得我们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吗？目前特使去得成吗？应该没问题。APEC 已经很制度化了哈，所以这个政治力的干预不高，一年来都是这样嘛。所以这个主办国啊，他也向我们表示会循例办理，所以应该可以相信。好，那这样请问一下哈 ，Interpol 去不成，然后 WHA 可能明年也会有困难，那 ICAO 今年也去不成，那还有哪一些我们在参与的国际组织目前已经闪黄灯了，或者说目前依你看可能都不乐观的？当然参与国际组织
其实是我们的权利了哈，但是因为有人在阻挡嘛，所以这个困难度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也不敢说，或者不应该说，哪一个会有困难，因为都继续努力嘛。那还没有来的，我们还是在努力中嘛。未来一年内还有哪一些那个国际组织的会议，目前你能见度以内觉得会有困难的？那最近的就是11月7号这个 Interpol 嘛，哈，对，然后另外一个是 UNFCCC 嘛，哈，对，那这个都有困难，就是这两个是有难度的啦。那这个就是说，就我们一些友好的邦交国或者是一些友邦，有没有办法在这部分都帮我们发声？有，我们都一直在联系这些国家哈。那有的进度比较快，有的进度比较慢了哈。那像其实这些友好国家也都很帮忙，他们就尽力想要帮我们这个处理这个参与的问题。是，我想次长这部分是不是外交部这边再多做一些努力哈？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其实是不断的在是越来越艰辛，那不要被摒除在各个这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之外，包括这个打击犯罪、气候变迁，还有粮食这些等等，我想我们都应该去表达我们想要参与还有贡献的这个义务还有这个权利啦哈。是是，对，请你们再多费心了、啊。是是，谢谢。那市长，那请问一下哈，那个现在驻新加坡的代表已按任命确定的吗？这个任命案是总统的职责了哈，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了。那我的了解是在处理中，在处理中。那多快会有一个答案呢？我没有办法替总统府来说明那个时程了哈，不过应该不会太久。那就你所知啊，以新加坡这一个国家，他被派任的这个大使或代表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在现在这个情况？新加坡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新南向对象国了，同时一直以来也是在东协国家里面居于领头地位的一个国家了，所以我们的人选当然要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啊，包括在这个对处理外国事务的对外事务的很有经验的，然后学识啊还有专业啊都要有一个高标准的人。那你觉得如果这个被派任的人他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基地，大力的去推这个南向，但是却有一点点踩到了这个外交的敏感的地带。这个部分，就是说一个驻外大使跑到一个地方去做合纵连横，你觉得这样子我们国家的策略行得通吗？我想这个是媒体的讲法了哈。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基地嘛，那每一个外管都要针对这个国家做应该做的工作，哦，对，包括加强他的关系啦，经贸，或者是文化或者人文方面的这个合作，所以并不需要特别找一个外管来作为什么总指挥啊什么，这个是外这个媒体的讲法。那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跟新加坡那边有默契吗？如果说我们要在那边去推动南向的话，那新加坡跟中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协这些关系的话，怎么去达到一个平衡呢？其实我刚刚的说明就是说，并没有赋予他这个角色。就驻新加坡代表就把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跟新加坡的关系做好就对了。所以并没有说特别要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基地这样一个任务。那南向现在有以外交来看有基地吗？每一个国家有外管的地方都是我们推动新南向。那如果以东南亚来看，哪个国家适合来去当一个南向的基地？没有，目前没有这样规划。越南呢？越南就是专做越南的部分。了解，就是每个外管扮演好每个外管的角色，他专做他自己的业务就可以了。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下一位我们请曾运鹏委员。曾运鹏委员，曾运鹏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段宜康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外交部侯次长。侯次长，请。段委员你好。侯次长，你们外交部是没有人了是不是？派你这个政务次长连话都讲不清楚。我跟你请教，我刚才坐在这边啊，听我们好多这个委员同仁在问啊，我觉得有一些同仁不晓得这个过去修法的过程，然后你外交部也讲不清楚。我跟你请教，民国103年的时候，你们送来这个立法院的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的修正案，第二条是不是把原来需要检任资格的这些这个领事人员要有领事人检任要有领事人员任用条例领事人员资格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全部都松绑？这个在江宜桦院长跟关中院长、行政院跟考试院会衔送来的版本，是不是这样定的？你知不知道？当时是没有那一段，对。没有哪一段？对，最后那个限制嘛，比例的限制。所以你们本来国民党政府送来的版本就是解禁，对不对？只要是检任的，然后呢，不需要具有包括大使、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是不是包括特任就不用讲了？原来的检任的是不是就没有限制了？对不对？原来我们是没有限制那个10%的，没错。你们的版本嘛，对不对？对。那时候的院版嘛，两院会衔的版本嘛。对。所以跟我现在提案要修正的，是不是回到那个时候国民党的版本？但最初提案是没有那个限制10%。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简单回答我。我的意思是说，包括赖世宝在这边骂得这样严重，说这个就叫仇庸。是不是仇庸是另当别论，但是赖世宝委员这个资深的委员，他难道不知道当初国民党政府江宜桦送进来的版本就是他骂的这个仇庸的版本吗？你可能不方便跟他讲，但是我现在问你，我要求把这个你们外交部逻辑搞清楚。你们外交部当初提的版本，经过行政院经过考试院会衔的版本，就是要解禁。后来在立法院上一届司法法制委员会，吴怡贞委员要求说要定10%的上限，对不对？对。那个10%指的是特任还是检任的部分？那时候文字上是没有说清楚啦，文字没有说清楚，所以造成什么结果呢？造成现在不管是特任是检任，通通受这10%的限制，对不对？是不是实务上是不是这样？没有，如果看光看这个文字，实务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实务上当然是照这个，对不对？照这个法嘛。所以那个时候一修，本来总统可以任命的特任，这个大使、常任代表也一样受到10%的限制。所以当初修法的原意不是要去规范特任啊，是要说在检任的部分，在非领事人员的部分，包括经济部、包括其他的部会过来的，要定一个10%的门槛。那时候吴怡贞的意思就是你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建议版本的意思，没有错吧？你知不知道这个过程？对啊，没错。是不是？对啊，没错。那为什么包括刚才赖世宝委员在这边大声斥责？可能包括我在内，这个案子是你们外交部过来拜托的耶，你连你们外交部的政策都讲不清楚，什么叫做够用了？你可以替总统回答够用了吗？现在限制规范的现在的条文，不只是现在的蔡总统，还有过去的马总统，那个总统任命特任大使也因为修法被限制在总名额的10%，你可以替总统讲就够用了吗？你了不了解这个立法这个法律啊？你们外交部没有人了吗？派了一个根本头尾都不知道的人，我看你回去叫李大为来好了。这个案子我看我们今天不要审了。你们外交部都说够用，够用吗？我讲的够用是检任啦。
那当然、啊。所以你有没有讲清楚啊？过去那个刚才林维洲委员在问你说，那过去最多这个特任最多是多少？你讲是十五个，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为什么只有九个？因为被限制了。现在十位了，现在十位了，嗯。被限制了，对不对？现在十位也超过10%了。那为什么可以超过？就是说。为什么可以超过？但其中也有职业外交官转任的啦，因为他没有引用这个条例嘛，因为他有任用资格嘛，他是有领事人员的资格嘛，所以总统任命特任大使的权力也被限制了。你这个外交部到底希不希望改？你告诉我。所以我们也同意修啊，就是说希不希望改？你不要那么勉强。没有，我们同意。你不要那么委屈。你告诉我，没有委屈、啊。如果外交部不希望改，我多事，我不管。你们可以对我提的版本不同意，刚刚一直说你们可以要求说设限，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你外交部讲清楚，我们是开放态度，开放态度，你们不希望，不一定希望改，不改你们也可以接受，没有是不是？我们有建议，那不要改了，就是把特任的排除，然后检任的要有。你告诉我，外交部希不希望改？你外交部现在状况够用不够用？你告诉我。提案了、啊，不是我们的希望。变成我多事了。哎、欸，没有，是委员。你们外交部过来拜托我提案，变成我多事了。主席不要改了，这个案子不要改了。外交部那么勉强，不要改了。我没有勉强，我们是开放态度，要改不改大家讨论。哎、欸，我只有再一句话，外交部如果我当黑脸没有关系，我来提完全解除限制没有关系。让你们外交部提对案，但你外交部要至少有个态度，要有担当，说现在这个版本我们希望改，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当初修法过程定得不周延，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改。这句话你讲不出来吗？这一句我好同意啊，嗯。外交部次长下台了，不然不要修了。好，下一位请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蔡适应委员刚刚过的时间，好，那我们给他一半的时间，给你五分钟。好，主席，能不能请次长？好，次长请。这个，这目前的法令规定就是10%哈。那刚才我们段宜康代表询问的结果哈，到底现在我们的大使、常任代表啊，有没有受到所谓的这个现有的法令规定的限制啊？事实上，根据我们的驻外机构组织法是没有限制的，只是说这个那限制10%啊。但我当时提案那个三年前的时候提案，我不是我来，我了解了。我现在所以现在他们委员的意思是怎样的？大使跟代表有多少个名额可以作为特任官？有没有被限制？没有，现在是95位，你要派特任的话都可以。所以95位的大使，如果我95位全都要派特任大使，可以吗？我可以派20个吗？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因为。
因为当时那个10%哦，大使跟那个常任代表没有讲清楚是现特任还是检任，所以从文字上看起来是。那现阶段，那现在到底上有没有限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希望把法修清楚，就是说这个是不包括特任在里面。所以说现阶段是被限制住了嘛？现阶段就因为文字不清楚。我了解，所以现阶段你们采取比较保守的解释方法，把它限制住了嘛？对。对，那当时最早在前几年送来的版本，当时你们的想法就是把它脱钩，大使级的跟这个非大使级的是做不一样的规范嘛？对不对？没错吧？就认为说，因为这是任用条例，应该只是规范事务官。对，就是所以政务官最，所以说大使、常任代表，还有那个副常任代表，应该都是算在这个部分喽。就是三个职称：大使、常任代表跟副常任代表。那公使嘞？公使没有，就是副代表嘞。就是说我们一般，那比如说好了，我们驻英代表处大使可以嘛？对不对？对。啊，有没有副大使？他是副代表嘛？就公使，现在对内职称叫公使嘛，所以公使就不行。公使，那你这个常任副代表是指谁？就一个缺而已嘛。是国际组织，就是现在的 WTO。只有一个 WTO 而已啊。所以现在你的意思就是说，全部的我们的驻外大使以及驻 WTO 的常任代表及副常任代表，总共几位？编制是95位。那所以这95位里面全部现有应该是70几位。那为其他的20几个嘞？你说现有可以编到95位啊？95位是编制，对，编制员额。啊，70几位是实际上现在派驻在海外的大使，总共70几个。对，其他的是办事处嘛，对不对？对，其他是。啊，办事处就还是一样受外交人员的限制嘛，是没错嘛，哈。好，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我问过的哈，部长的哈，这个女性的这个比例，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好，下次未来会拜托增加一下哈。然后最后哈，就是要修法提出来的版本，就是把这个删除。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照刚才我们段奕匡段委员讲的这个修正条文的建议，你们就没有意见了啊？你们应该要支持这个建议才对啊，不是吗？我们是特任，我们同意，就说就把它修清楚，特任就不包括在里面。可是常任的部分呢？那为什么你们以前都自己不提案呢、啊？因为之前我们送的版本是没有，可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所以你们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想法就是这样就对了嘛。原来想法是这样，可是因为后来委员会是考虑到说，哎，还是要有考虑到职业外交官的升迁管道，所以当时在会上就做了这样一个决议，10%。OK， 那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提这个案子，基本上你们会支持这个案子吗？我们是希望是说在检任的部分是不是还是可以。检任维持限制，但是特任的部分不受限制。至于我们的大使、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是否特任或有检任，全部由这个我们的总统来做最后的决定就可以了。是 OK， 好。好，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那询导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徐志荣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由于上述委员提案仅涉及一条条文，各位委员如无异议，是否省略大体讨论，直接进行条文讨论？好，那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提案条文。请参看条文介绍表，修正条文第二条，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除但书部分及但其原额不得超过其编制原额10%部分删除外，其余都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宣读完毕。那有没有修正动议？没有哈。那请问各位委员，这个对这个条文有什么意见？你的意见呢？罗委员。我建议就是说哈，主席，我建议就是说，虽然没有错，你把排除掉所谓特任的这一块哈，让总统有绝大的权限哈，但是那个所谓的其他检任、其他部会的部分，我觉得因为外交现在非常的多元，
啊，包括教育部、文化部乃至其他部位都有外派人员，可他们照实务上来讲，几乎都没有担任馆长的机会。所以为了发挥总体战力，我觉得那个10%哈，可以再增加一点点了，增加到15%左右，这样可以吗？外交部，嘿，请外交部表示一下意见好吗？这个，我刚刚提到过用其实是过去了哈，那现在当然罗委员的讲法，这个我们都同意，因为外交情势一直在变化，所以增加到15%，我们是同意的。同意到15%，那就是把它改成，但其员额除特任大使及特任常任代表外，不得超过其编制员额15%。大家有没有意见？各位委员同意吗？那如果同意，我们就照这样的条文哈，这样修正，修正通过哈，就是把这个段委员的这个版本，那这个修改成为，嘿。算出来如果余数的话，到底是加一还减一啊？有没有加一个、啊？比如说算出来是可以2.1，那就是3个还是2个？就是2个嘛。啊，如果2.5也是一样2个哦。这个请外交部解释一下。啊，不得超过嘛，所以余数不算哈、哦。OK， 不得超过，所以余数不算。那大家有没有意见？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通过哈。好，那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已处理完毕。那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处理。本案是否需要交由党团协商？各位委员要不要交党团协商？不用哈。好，那就不需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每女说明。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我们会帮你做，我会帮你收。那个奖，对，我会帮你收。